业主这边呢，我想就是几年来的遗赠管理，大概也有一些的那个调整。那无论如何，就是说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海洋国家嘛，四面环海，那这个相当重要，因为那个渔业资源对海岛国家来讲，它是一个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是从那个民国76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尤其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也积极的在争取，尤其是说几年以后，就在大陆的能够了解，它对于海峡资源的利用也是相当的热烈，而且它周边的沿岸的这个船只，我们了解就是福建、浙江、广东沿岸，大概有20几万的那个船只。那以目前来讲的话，渔政管理就是禁限制水域，这个中国大陆船只不能进来，或是说资源保育区是不能进来。但是往往就是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的所谓的那个不遵守这样子的限制的一个作业，来这个到我们的这个渔场。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然就是沿近海的资源，这个会有这样一个大的，大家会感觉到说，为什么我们在鼎盛的时候，沿岸跟近海的资源是40万吨，那现在统计起来，最近几年已经掉到了这个大概15万吨、16万吨，顶多是这样子的一个。那其中这个青森渔业早期大概都是有9万吨以上，我们目前来讲大概都会是在7、8万吨。亲身的这一种事业，那这个沿近海，我们从这样大宗的渔获来讲，它是占了一半以上的这一种渔获量，所以相当重要的一个产业。那渔业署在102年、101年就开始着手定了一些的那个管理的亲身渔业管理的办法，它里面有一些规定。那最近因为有一些的业者，一些的那个外界的一些的跟我们反映的一些意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就是邀请诸位来，我们来大家来一些意见的一个交换。那作为我们渔政单位，作为我们将来国家渔业政策的一个能够可长可久的一个经营模式，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主要的一个公听会的那个用意。那在这边呢，我再次谢谢那个今天与会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那是不是我们就照这样子议程，你就是从那个议程方面看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就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会议。谢谢陈署长。议程说明及发言规则，今天公听会一开始，先由渔业署报告青森渔业管理现况，时间5分钟。再来安排专家学者报告科研调查结果与建议，时间5分钟。接下来进行意见交流。会使讨论议题聚焦，本署设定4大议题，讨论时间为100分钟。如有议题外的问题，请于临时动议中提出。第一大题，禁渔区如何调整？第二大题，禁渔期限制是否调整？第三大题，制定总容许捕获量 TAC。第四大题，强化管理，如何强化管理措施？临时动议时间15分钟。最后请主席结语。本公听会预计在中午12点结束。发言规则说明：为维持会场秩序，欲发言者请举手，经主席同意后发言。发言者请先说明单位及姓名。每人发言限4分钟，3分钟时响一声铃，4分钟时响2声铃。为充分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已有发言者表达过的意见，请不要再重复发表。以上报告，请主席裁示。不知道各位先进对于这样的一个流程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是不是我们就先照这个流程这样来进行？那首先是报告事项。好，那就请我们的目标单位来，我们就有两个，一个是业务单位报告，一个是专家先生。
报告事项，请约署施俊毅组长报告。好，那主席还有各位几位先进大家早好。那首先就由渔业署报告新生渔业管理现况跟苏澳区新生业的一个诉求。好，那这是我今天五项的一个简报大纲请看阅。那首先第一个在前沿部分我们用围网来捕捞新生是从民国66年从日本引进的这个新生大型围网当时最高共有8股的这个船船在作业，不过因为成本的因素所以到最后只剩下3股在作业，并且已经逐渐被以后效率最高的这个爬网所取代。那在111年2月我们有发现捕捞的新生体型够小所以农委会在102年就已纳管。下一张。那现有的新生渔船艘数那经核准的既有单船新生围网还有新生围网跟爬网我们目前总共是有60组那这60我们是以网船为主，那每一组都可以搭配硬山船跟登船。那在这60组里面目前100吨以上的是总共有41艘那其中因为有1艘灭食还没有太监那其中有27艘是在是属于苏澳级，那至于其他的19艘是属于未满100吨的，那其中有7艘是苏澳级的。下一张。那现行的规定是禁渔期是6海里内是新生渔船的完全禁渔期，那另外针对100吨以上的新生渔船是禁止进入12海里面作业，那禁渔期是每年的6月那进出渔港的限制是指令然后报了等12个渔港来进出，那并且要做及时的船位的一个监控，那以后必须要公开交易过磅并填写确认声明。这一张。那这一张就是针对因为亲生是属于回游性一类那针对我们周边中国大陆日本还有我们台湾我们通通都有那个捕捞亲生，那我们针对的近一期的一个部分那其中在中国大陆部分它有每年伏季休渔那其中在26度30分以北的他们是每年的那个5月1号到8月1号那另外针对26度30分以南到23度30分那个以北的那目前它是5月1号到也是8月1号那至于说在日本的部分那在以27度以北那个日中的那个暂停抽水水域它是以每年的1月1号到2月20号是他们的一个禁渔期下一张。那这张是我们目前历年来从101年我们的这个产量跟渔价的一个变动那我们可以发现从101年的这个总共有8万多吨那我们逐年都有那个下降的趋势，那这几年是维持在7万多吨的一个左右下一张。那我们历年产量的跟渔价变动这个曲线图那这一张包括青烧这张那个请各位来参阅。那这一次苏澳区那个新生业者主要的诉求是因为他们认为说100吨以上的青那个他的渔船的网际规模跟未满100吨的等级是相同所以可是现行的规定是对于那个未满100吨的可以在红火星区域作业那他们不能进去不尽公平，所以建议是不是能够在每年1月1号到4月30号为止可以开放他们能够进入红火星来作业那另外他们也同意每年农历的元月或者前2天到农历元月8日总共20天他们来实施禁渔期那第三个是他们认为红火星是苏澳级渔船的传统作业渔期，应该由苏澳级的渔船来自主性管理下一张那这一张就是红火星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红色的部分左边是6海里线，右边是12海里线那个 ABCD 这个长方形就是红火星的位置，那我们可以发现红火星就是位在6到12海里之间的一个海域
下一张。那我们今天的结语哈，就是鉴于新政业管理办法实施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那我们应该啊对于相关规范哈进行检讨哈。那本次书澳哈那个新政业者哈哦他的这个反应哈，所以我们今天就召开公听会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哈，作为我们后续我们修法的一个参考哈。那以上哦做一个简单的简报哈，谢谢各位。好，非常谢谢。第二个请林老师。我也在这里报告。OK， 那我来报告这个我们这个亲身的采样哈，这五年多来的采样的一个结果。好，那下一张。好，我报告主要有三个部分哈，就首先我报告这个清菌的它的这个分布，还有残温场之类的哈，那个整个大体状况。下一个哈，下一张。那这个是我们将近40年来哈，这个。的一个叫亲生渔业的渔获比例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呢、啊，还有一些这个像拉江社，我们说那个细爪哈，那个巴浪啊，还有一些昂波啊这一些哈、啊，在早年占蛮多的哈、啊，所以那个高峰期过了之后哈、啊，后面呢主要就是靠这三种白腹青、花腹青还有增生啊，所以这个。这三种鱼呢，它的族群比较大，所以呢，目前还靠这三种鱼啊来这个支撑我们的青生产业啊。那其中一个白腹青呢，这几年你可以连续9年下降，它的比例在下降当中。好，下一张。那这三种鱼哈、啊，它其实是属于这个跟属于这个一个很大的系群。我们按照日本水产厅的它的一个分这个区分啊，大概是属于这个花腹青是属于那个东海系群啊、哦，那但是花腹青呢，我们大部分的那个生物量哈、哦，集中在我们台湾东北部这个水域，所以日本哈、哦、和韩国两国加起来哈、哦，它的这个渔获量占不到一半，啊，还有中国大陆加起来占不到一半啊、哦。那这个日本的这个我们叫总捕获量是定在3.2万吨，但是我们大概都超过4万到5万吨，所以我们是主要利用国家哈、哦。那白腹青，那它的族群比较偏北，然后你可以看到很靠近这个中国大陆哈，因为这里面没有包括中国大陆的资料，所以比较属于冷水性的这个鱼种啊。那它的这个族群量呢，大概年渔获量大概估计大概35万吨左右啊。那日本定的 TAC 哈，这个量25万吨，我们大概只占10%，我们用的量。下一张，第三种是增生，我们用的量呢大概占5%差不多。那日本定的 TAC 大概是15万吨，啊、哦，所以这个这三种族群呢，它的这个资源量其实不能光看我们的，我们也要看到整个东海地区它的估计的资源的走向，哦，不能只光看我们自己本身的，哈、哦。那在台湾附近呢，三种鱼混在一起，那这三种鱼会进行这个南北的回游，在台湾附近是三种产卵场都合在一起的部分。那以台湾附近来讲，就是它的渔场的中心是在这个彭佳屿为中心。然后呢，下半年往北边回游，上半年呢往南回游，主要是进行产卵。好，下一张。那我们根据5年多来的这个采样哈，这个我们从它的生殖线哈，那个圈圈的大小大概4以上的哈，青鱼来讲，它已经在产卵了。可以看它产卵的区域呢，就是有在彭佳屿到钓鱼台之间哈，是一个产卵区。再过来另外一个集中区就是在苏澳外海哈。那增生也是，那增生更靠岸一点啊，更靠岸一点。下一张，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爬网的渔业生产的这个规模和状况呢，我做一个报告。下一张啊，那这个是将近40年来的这个青生渔业的总渔获量，好、啊，就是这个围网类，包括早期的大型围网和现在的爬网啊，那可以看到现在爬网的产量呢，大概就是超越了这个大型围网的高峰期啊，那。在2013年禁渔之后的产量，可以看到2013是马上掉下来，然后来又稍微又回复了啊、哦，所以这个产量还是维持在很高的水准啊、哦。那但是可以注意到的就是那红色的线啊、哦，红色的这个折线啊、哦，这个鱼价是下滑的状态，所以是让渔民的收益，这个产量渔民的收益其实这几年来并不是很好，它就往下滑下，这可能是产销供需等等一些问题。下一张，那我们关心的是说，这个是一个资源的指标，就是每一艘船它的我们叫 CPUE 哈。那
可以看到这个统计哈，这里面有详细的数字。如果我们只看这个东北部的轻生，刚刚那个总产量有包括西南，包括所有渔这个只有东北部的轻生。你可以看到，每一艘船它一作业一天哈，能够抓到的鱼，或者是每一组船啊。那我们没有统计那个没抓到的情况，就是你回来你抓多少啊？你出去有抓到鱼回来，可以看到它的效率是提升的啊，就是从2006年来是效率越来越好。但是你又统计一整年能抓多少的话呢？平平的，也就是说，这条线就是说你这个资源是有限，你再多努力可能也抓不到更多的这种情况啊。那所幸就是这条线还是平平的没有往下掉，所以说其实还是能够维持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这个面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如果再投入更多的努力，可能也不一定会上升的这种现象。好，这个是海里面的鱼会影响到这个效率。下一张。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比较客观的数据，我们就从鱼的变化来看，反映说，我们现在的资源状况怎么样？我不看这个我们的船数啊这些，我们看鱼的表现。下一张，这些抓上来的鱼呢，我们在2013禁渔之后哈，这是我们历年哈这个采样数是相当的多了哈，每一个月都有到港口去采样。那可以看到2013禁渔之后哈，这个我们把那个一些该有的修正都修正过了啊，所以这个当然蛮有代表性的啊。所以你看平均体长啊，你看2013以前它之后，花腹鲸明显的上升，大概将每个月比较起来大概1到2公分有，所以它是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但是白腹鲸啊就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增生呢看起来略有提升，也没有什么差别。花腹鲸是立即有，因为我们是主要利用活，所以可以看到它是这个体长上面是有提升的。好，下一张。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它多大的时候产卵，这个越小产卵就表示它压力越大。那你看到花腹鲸它的这个叫50%的那个产卵体长哈，上升了2公分，所以它压力是有减少啊。从这个指标上面来看，那增生也是有上升，但是白腹鲸是我们评估也惊讶发现它是下降。好，同样的，我们努力量是有这个，就是说，同样的这个水域，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差别？那可能呢，我们认为说它这个过度疲劳和环境的压力，有些可能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水域以外，因为它比较北边啊，所以这个资源状况白腹鲸是不好。我们也这几年也看到它是一直往下滑的。下一张，啊，那我们再从这个鱼获的这个年龄啊组成，可以看到。禁渔之后哈，这个低龄鱼就零岁鱼啊，蓝色部分它事实上有变多，啊，那其他的鱼，但是高龄鱼哈，这个花腹鲸的比较高年龄的鱼啊，其实可以看起来是比以前少，啊，这个是比较不好的啊。那其他的两种鱼种呢是没有很大的差别啊，没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这个花腹鲸的这个高龄鱼就有减少的现象。好，下一张，好，这一张比较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到底现在抓的那个我们叫努力量哈，到底适不适当哈？最左边这个是花腹鲸，它应当有很大的代表性，因为我们是主要利用国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把这个努力量哈，就是 S 轴地方往右边移哈，渔获量会不会增加？不会再增加了哈，不大会增加哈。但是最适当的努力量是在什么呢？红线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是超过这个最适当的，有最超最适当，那管理目标是稍微远一点哈。那底下那一张图呢，就是说我要留多少的鱼哈来产卵，就是这个鱼要留，这个鱼长大之后，我们要留25%到40%让它产卵。那我们现在是在20%左右，好，所以就是说这个就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花腹鲸这个地方还要多留一点产卵的鱼啊，就我们从这个上面来进行研判。那至于白腹鲸，因为我们不是主要利用过，所以这个呢评估出来就是好像我们努力量都很低，这个但是它的生物上的表现是怎么样，它是提早性成熟，所以这个比较不具参考性啊。那增生呢，我们大概在比较适当的水准啊，大概就是在0.1左右啊，然后也在25%到40%之间。下一张，所以很多的指标综合的比较判断之下，我们认为这个白腹鲸是资源状况很糟的啊。那增生这个的情况哈，也是这个就是说整个看起来啊，真正的情况呢要稍微要比这个花腹鲸好一点啊。
那这个是花富青，就是最大的就是它高龄鱼减少很多，高龄鱼减少很多，所以整个来看这个努力量呢是有需要再做修正。那日本的那个水产厅的它的那个资源评估结果也是认为白富青是很低位，是很不好的情况，那综合的判断是有需要再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管理上面的进一步修正。下一张我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六月份的这鱼其实15年来主要的亲生的一些生物的指标是想正向发展，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呢再生产力就是海里面的鱼总量其实这样看起来是没有增多，所以显示能成功传染的鱼可能没有增加。那另外一个花腹白腹青，这个白的7年来连续减少，我们看过去的轨迹的话可以看到有些年白腹青可能甚至是没有的，所以未来可能走向这个叫衰落期啊，白腹青是衰落期，那未来就更要依赖花腹青和这个增生，所以在一利用上我们就采取更保守谨慎的这个方向。这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啊，两个单位都提供这样一个背景啊，科学的背景。那是不是这边有没有要针对刚才我们两个报告要提出来想要请教的，或是多进一步了解？我们在安尼听，是不是大家拢有理解还是欢迎？可以借这机会，就拄啊一两个，就是讲伊这个科学的这个物件哦，到底安尼有啥物要进一步来改签稿，还是讲来说明？就这两个那个报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基本上都。我现在不来，我休息。哎，主席啊，那个教授，我是四号区议会的理事长蔡某，针对白富青啊。苏联的降下来是什么原因？依照你们的学者的观点那个看法，为什么会降低？刚刚在简报上面提到两个可能原因，一个就是外部渔获压力，因为它的族群95%在中国大陆，也就是它是比较流水性的，它会比较跑到长江，甚至跑到日本海，整个都是，所以那个地方可能那边渔获力或者那边的海洋环境在改变，那再来就是因为白富青它有一个它的那个喜欢比较冷的水温，那我们这边的水温如果变暖的话，它下来的东西大概是这环境还有这个外部的温度，因为我们同样的去没有选择的去抓，但花富青是往好的方向，那白富青往坏的方向，那这个可能是来自外面的。那依据我的那个从小在捕鱼的时候到现在为止，白富青那是比较属于浅海，比较那个温度比较低，不是说温度比较低，是比较高，所以说它是比较浅海。那现在为什么白富青会降低？就是因为大陆过度捕捞。他在那边从沿海那边从北海道那边一直过来回游到这边，已经被大陆的渔船把它都截断了，所以到现在我们彭家屿啊以前有白富青啊，最提倡的最少2公斤，就是两尾1公斤以上，现在都没有，这个是这个原因，不是过度捕捞的原因，是因为大陆渔船在那边已经把他们都全部都炸了一个流。所以说我刚刚讲的这样讲的这是外号啊，这来这边各位我补充一下啊，以我这个因为我以前经历过我姓郑的啊，我以前也经历过大型围网，以我的经验我的看法，以前我们因为大陆没有长号啊，就长号是后来他们我们起来他们才一直发展的，以前我们大型围网都在25度以上，26度、26度半，都可以抓到这个白富青。所以我们那时候大型围网抓的白富青也是多多少少一定比现在很多了。所以相对的，现在为什么没有？现在可能大陆崛起了。那我们现在目前三家，我们就爬网围网，在这个25度以上哦，可以说全部是大陆遗传的，25度以半。
都是大陆遗产在那边搞了，结果等于说崛起，你可以追踪这两三年，我们那个以前我们大学老在那盆栽鱼乌鱼哦，就最少四个月在那边，最少每天所以说往起床，起床下来马上就跪下哦，四个月可以准时在那里。现在盆栽鱼沿海没有什么鱼，你们可以问的基隆遗产的一样，我们大学有把我们遗产的过去，现在等于这个清理在盆栽鱼没有什么鱼，是这样的问题，我是认为是这样。主要是崛起的问题，跟大陆上，对吧？啊，我们大陆从以前围网都在上面抓、啊，当然是我们白雾青的产量会多啊。目前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好，非常谢谢两位的那个看法。对这个问题，因为我过去我跟苏澳的移民做的事，因为我有清理要做的事情。事实上呢，一个白富清是分做两个系统，一个是东海系统的对海系统。那我们25度以上，过去我们移民抓的是对海系统。那我们现在抓的是东海系统，东海系统就是这个比较低温低盐的沿海系统，沿海系统。那它大概每年的二三月比较冷的时候，它就往我们台湾南到杭州西部在那产了彭家里杭州西部产。然后到了四五月开始热了以后，然后它就渐渐就回到从前的位置。那么现在对马系群呢，以前也可以到达刚才这个居民朋友讲的，就是说可以到这个黑潮跟大陆的那里潮境地带，然后在那。但是因为现在全球暖化那个线稍微就是说花雾青稍微进逼了，然后这个白雾青稍微退出，所以台湾抓不到。然后东海系群的白雾青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最主要，所以我是建议李教授这边当然他做了详细的分析，但是可能我们必须要排除这个对马系群的部分，因为对马系群现在我们流量很少。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排除一些内容，因为这几年发生了几个恶意的现象，比如说前两年应该是几年，一零五年吧，1005年，因为我们7月份一个台风，它持续了蛮久，然后把暖水压到长江湖，结果花雾青。这个白雾青呢，这个时候应该回去那个地方，结果他没有回去，结果就聚集在我们苏澳地区。我们抓了这个7、8、9，抓了太多的白雾青的青，这个也发生一些这些数据啊，可能必须要做适当的排除，然后再去看这个资源的状况，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正我做了十几年了，我如果说没有办法解答给他这些问题，我真的是觉得是不是四位数三的，真的我也好，我想李教授也好，我们都想认真的去把这些生物资料做很详细的分析，但是这个白雾青的部分呢，我是建议李教授再把这个两个系统不同的系统可能要再整理分析一下可能会展现不同的。好，非常谢谢，来，这个曾老师来。好，非常感谢哈，刚才那个李教授的报告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现在是台湾大学渔业科学研究所退休的名誉教授曾万年哈。那以前我跟这个清理的研究也有一段很长的因缘啊。我记得我在日本念博士的时候哈，是做那个东京湾的那个定制网的。清鱼的渔获量变化，那我发现呢，那个地方啊，这个白富青呢，主要是从北方过来的，日本的东北方过来的。那有一群呢，
这个南方黑尾啊，不是南方，就白尾花木青啊，是从南方上来的。那我就很好奇，因为当时他们渔获统计里面呢，没有白木青这个数字的。我一测量，奇怪，这个不是跟台湾的花木青一样吗？所以我就把那个日本地质网的渔获量分成秋天的跟冬春的。那冬春的地质网渔获量是对应日本外海白木青，那秋天的呢是对应从东海这边过来的花木青。那我刚才看到这个李教授的那个字数据呢，那我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以前的话没有看到白腹青，最近白腹青这么多，那这可能告诉我们这个大环境在改变。那刚才有苏澳的这个代表讲说，中国大陆全部把它拦截走了，我们呢不能够看你很单纯的这个就下定结论，因为我也建议说李教授，请把那个日本西海区，因为日本西海区这边它有这个东海这边的资料，啊，长年来看。这白腹青到底资源量在下降呢？如果整个大环境在这个整个资源量在下降的话，我们这边当理所当然也跟着下降。因为其实讲起来，我们台湾这里是等于青林瀑布的尾巴而已啊。真的，整个资源的重心是在东海那边的啊。所以你要看这个渔获量的长期的变化，应该看那几个两个大国啊。对，以前是中国倒是没有在抓啦。最早都是日本在抓了，韩国也在抓了，他们资料累积很长的那个时间的变化，你大概看这两个国家的那个长期变化，就知道这资源的变化，不能够一味的去讲中国大陆我们讲的公平化了，因为中国大陆是这几年起来的，他们早期更没有这个所谓的抓青鱼的技术的，所以一起来以后，他们的渔获量也是会造成我们的困扰。因为它是回游嘛，它如果这边拦掉的话，你台湾哪会收得到那个台风尾嘞？所以这整个资源的管理，我现在讲就是说，资源的管理不能够一厢情愿。我们台湾只是这个资源利用的一个尾巴而已，边缘而已哦。真的要谈到那近一期、近一期了，还有 TAC 的总量管制了，没有把这几个大国纳进来一起讨论了，我们在这里管理实在没有什么。因为这个青鱼不像说那鲑鱼我这个把这条河川这个管好就好，回去大洋里面成长之后，十年以后才要再回来。我们这边管的这个产卵母鱼啊，它生下来以后不见得会再回来我们这里，说不定飘到这个中国、韩国、日本那边去给他们抓了。所以整个这个青鱼的管理，它是一个回游性的。它虽然不是在公海，它大概都是在就是黑潮的内侧的内侧域，就沿岸水域的资源。那你要看这个几个沿岸国家在利用的资源一起来讨论了，这个管理才有效，管理有效。当然，我们这个地区也要尽地区的责任。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是沿岸水域到底多大面积，它总共的总容量能够容许多少你这青鱼过来？可是这个面积也会随着每年在改变呢。比如今年有这个黑潮的大蛇行呢，那个黑潮的离街岸呢，就会影响这沿岸水域这个青鱼下来的量。所以这整个管理的不是那么单纯的，不是那么科学的数据也好，什么社会都大概渔民的这生计都要考虑，时间管理是非常麻烦。不是说刚才有算起的什么，叫做 Y 和 R 或 S 和 R 一个叫成长过敏，一个叫加入性过敏的，那个东西是一个科学的数据，但是大家用到这个我们实际的渔民的这个生计来讲啊，这个是不需要。调整简单，谢谢。好，非常谢谢好，那个还有没有要针对刚才的那个报告要来一点？来这个理事长，大家好，我是基隆区议会的代表理事，也是基隆区人进来协会的理事长，姓叫李金。对这个白腹青啊，我是从十三四岁就开始。都在人家里头到这边了，也在讲，伊讲回归是回游性，我感觉不完全是回游性，因为伊有灭绝性。你大溪西南的、大溪西、大溪西北的、大溪北的、大溪，伊个东的、大溪东的，不管鱼啊，不管是回归拢定鱼啊。尽管它是小鱼，它产卵之后的小鱼，像我们午休那个时候也是不知道，然
他也回过到那时候东海那边去，也是可以，就是在那个市场，那个鱼池那边，那边生活，都是在那边生活。他回过去不是说那么长，那么远，不是的。然后我说，这个青鱼为什么逐年下降？为什么鱼会这么越来越少？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以前真的是很多，以前都大鱼塞啊，那条河乌鱼进去，还回乌鱼了。有了那么多啊，我讲那么多啊，琵琶多了有那么多，鱼要专吸啊，都一条的嘛，一条琵琶多啊，啊，几块鱼了，就跟这个第一，当然过度捕捞是有关系的哈，过度捕捞不完全都是我们这边的啊，当然是大陆渔船占大多数。第二就是什么，我们的产卵期没有进，呢，你摸鱼不能的时候，你个抓抓鱼，你没有鱼那我让它出息。那我让它繁殖了，所以这个禁渔期啊，一定要修改日期，不然你鱼啊，青鱼不管说尾巴多还好啦，这个花腹期啊，绝对是逐年下降。对，啊、然后你说像我们彭家鱼是这个青鱼的这个故乡，真的是最多的这个盛产最丰富的这个鱼种，那么抓到现在没几年，然后我们现在抓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没有鱼，现在抓到什么地方？抓到北方三岛的岛下，不到一百公尺在抓。我靠，往哪里啊？啊，对，你来过啊？你来多洗啊？啊，多洗干净我聊聊啊。对吧？像我要去大只鱼啊，要大只，我那鱼啊大鱼啊的时阵啊，那个尾巴多啊，那个青的一罐尾巴多啊，那几块金华的，几块黄的。可你说青鱼，不管是白腹青或花腹青，逐年下降，跟这个产卵期变短有关系，最大的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以上，谢谢。好，谢谢。来，徐正义。因为你讲完了，再李校长还是李校长？哎，大家好，我是那个鱼青协会哈，那个徐正义，我自己也是那个台北鱼翔公司的董事。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渔业资源。好，那刚才我们做了一些报告，但是可能呢，对我们来讲，我们比较能够影响的是花腹青的管理，也就是说，那这边工业黄灰青家哈，我们也做一些研究，它是白腹青还是花腹青的主要产卵地？好，我想这是我们比较谈的，现在比较大家比较在意的，因为我们东北角这边白腹青的是跨界资源，好像都回游某种高度回游，跨界回游啊，它不是高度回游，但它是属于跨界回游。就是它会在台湾啊、日本、韩国这几个水域，中国这几个在跑了哈。那我想那个问题会比较复杂，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而且我们主要的利用花腹青的这个资源，好、哦，是不是在这个昂辉青啊这个产卵场，还有我们谈到另外一个产卵场，在比较接北方三岛这个东北这个水域哈、哦，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是白腹青还是花腹青的产卵场？哦，这一点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管理的方式啊。当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议题了，所以我相信管理做一个好的管理是一个共识，因为大家才能够有序的去利用这个资源，所以我想怎么样去加强我们的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谢谢。好，谢谢。我想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刚才这个基隆区发展条件，不过我是有点不大相同的看法，我们科学数据显示出来不是这样。我们最主要一个是白腹青跟花腹青，一个是低温这个混浊海水，还有这个低盐。那花腹青是高温高盐，两个，第一个这个要划分开。第二个我们的禁渔应该采在什么时候？我们要看这个资源发生了什么问题。啊，这个资源发生的问题，第一个我必须要先声明一下，就是说这个鱼种呢，虽然它大部分都捕这个很年幼的银穗鱼，它都大部分都大概40%-50%是银穗鱼，然后大概30%左右是一岁，那2岁、3岁非常少。那这个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年龄啊，老实讲，这个鱼呢大概一岁就成熟。那一岁的成熟率大概呢？大概多少？百分之四十左右成熟。
就是到了这个产卵期的时候，一岁，它假如一岁的话，大概40%的鱼会产卵。二岁的时候呢，大概就80%左右。到三岁的时候就100%，二月一定来产卵。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鱼一辈子都有用，小的时候就当做这个生卵，所以小的时候移民就在。那小的时候呢？我们爬网大概可以抓到多少？抓到16-17公分，16-17公分就是零岁，就是我们产卵以后大概到6个月，它产卵以后长得很快哦。我做出来是在我们的水域比日本还要快，因为我们的水温比较高。我们大概日本大概1.5到2公分多一点点，我们大概是2公分到3.几公分，所以我们长得很快，长得很快。那么长得很快，长得很快，它不会灭绝，但是它问题就是什么？我们的船队稍微强了一点，抓的太多，像花无心抓的太多。那抓的太多会产生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就是所谓因为它成长最快的时候，你把它抓走了，它长不到很大再给你抓。所以就会产生什么所谓成长性的过尾，也就是花有那么多尾，但是它的鱼货量是没有那么多的，对不对？大部分抓到的都是56克到这个100克之间，你没有办法抓到这个200克、150克以上，所以你这个鱼货量就减少了，这个就是成长性的过尾。另外一个会影响的是什么？另外一个会影响的。我们应该把它叫做什么？叫做这个除了生产过亿以外，我们称为这个加速型的过亿。加速型的过亿就是小鱼我们抓的太多了，等到它要一岁以上或者2岁，要80%、90%呢，它能够产卵的时候。它的量太少了，因为前面就被你抓走了，这种东西呢，我们叫做加速型的过程，加速型的过程。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是不是像基隆区议会讲的，就是说我们产卵期抓的太多了，所以这个资源的清理资源量不够，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生殖腺哦，我在看的，我们一岁的时候它的产卵量，我的学生把它算出来了，1万粒左右，1万多粒，2岁的时候2万多粒，3岁的时候可以到4万多粒，也就是 A 大的时候它产卵量最多，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是不是把产卵族群抓得太多了？我说。大家都理了，为什么？我们的它生殖腺重，二叶最重，到二三叶都很重，差不多二叶中心以后开始非常重，然后三叶重，四叶重，然后就表示这是什么？硬卵量最成熟的时候，最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个最成熟的时候呢？你们都知道，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很多爬网是不能够到外海去作业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到什么安徽去作业的，冬天来，因为压撇风嘛，压产卵聚集又撇风嘛，所以它是吃上产卵的不是这样。那当船不能出去作业的时候，我把它称作气候性的休渔。其实气候性的休渔呢，我们的研究。很多经济群它还是在产卵。那么我刚才讲的，它如果是一岁的话，根本就是70%-80%它会产卵的。那么它这些产卵的量，对，假如产卵2万多粒的话，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大的族群，就可以支起这个资源量。那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例子呢，可以支持。我这个为什么？因为刚才李教授，李
我们六月份我们是地黄成长性的凤梨，就是它能够长到更大再给各位说。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从2010年修理以后，当时的最这个极限里长只有37公分左右，但是修理3年以后，它的极限里长变到40几公分，也就是它恢复了，表示这个修理有效啊。那是不是产卵期是不是不够？我跟你讲，你们苏澳移民带来另外一个最好的地方，黑尾有两个产卵场，一个在日本海，一个在我们去做的钓鱼台列岛跟琉球列岛之间。那以前呢，以前都在管这两个产卵场，结果黑尾资源越来越少。但是呢，后来我们所以 WCPFC 听日本的意见，改变策略，就是30公斤以下的黑尾的产量削减一半，削减2001到2004年的一半。结果这3-4年来，黑尾的加入量大量的增加，也就是鱼产卵是很多的。我们气候性休渔，我上次报告也有提出这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产卵量是够的。只要气候性休渔一周或者两周在2A、3A不出去，那么它的明年我们抓的零碎鱼的比例，今年底我们抓零碎鱼的比例就增加了，这表示这个的确是有效的。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一定要做这样的，这些科学数据摆明嘛，摆明非常清楚，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还是用这些科学数据重新回来讨论是比较好的，这是我的看法。好，非常谢谢。因为我不能让人不要，让人进入讨论思想，好不好？我们不要聚会哈，主席哦，不要聚会。主办是洪志明第一次发言。我是感觉讲，拄仔这合只，跟咱这业余只吼，大家讲拢讲，你有拢有数据，拢有科学统计。但是咱今仔要来开的主题是要进入吼，咱的背景，看恁当时恁业务有恁的看法，当时要经营，当时要产卵期，要紧来做两只，卖讲大家拄仔吼，伊的看法，我的看法，伊也甲人同款啦。只有米是百姓人啦，伊也要收的多大，啥物人拢唔知啦。即人阮确定讲伫倒位啦吼。李校长，这个是我的看法，你有你的数据，有你的理由啦。吼，掠鱼掠鱼，讲我10外岁啊，掠鱼也有伊的看法啦。啊，我无掠鱼人也无掠鱼的看法啦。所以讲吼，只有米是百姓人啦吼。伊也嘛有伊的思想，要收的多咱嘛唔知啦。吼，思想你敢讲讲，为虾米要收的多，啥物收的多？这是讲因有科学的一寡吼研究，吼啊，咱有听专家甲遮一寡吼业者，咱伊的看法。咱即摆就是讲，请吼，输掉以后，你来提出恁四个批例，啊，跟进入议题吼，背景说明，当时要消费，当时要开放什么，啊，咱专心做安尼啦吼。以上吼，啊，不要以为不够。来，再一位，来，先我一个了，咱在进入议题的时阵，议题内底咱买些相关的。你要回答两点嘛，你说。这个是我要先发言哈，因为我刚才看了李教授的数据哈，那我稍微解释一下，那让大家有个讨论的基础。那我会请这个李教授把那两张 Y 婆啊跟 S 婆啊的那图啊放出来一下好吗？请大家看这两张图就好了。那这两张图意思是什么呢？纵坐标的 Y 婆啊，就是每单位加入量的余获量。那横坐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遗传的规模，哦，遗传规模。那你看到上面那张图的话，哦，要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啦，就是说你现在的遗传数啦，有没有超过那个最大持续生产量？那这里有两个参考点，第一个叫 F0.1， 第二个叫做 F maxima， 就是最大持续生产量。那我刚才跟李教授讨论一下，上面那三个图啊，它现在我们的医院规模都在 F maxima，
左边啊，就是还没有达到最大持续生产量。那最大持续生产量意思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抓最多，但是那个鱼啊还会成长过来哦，然后再来补充。所以我们现在的鱼规模啊没有过于现象。那个过于现象，刚才你校长讲过了，一个叫成长性过于。那上面那三排是讲要讲成长性过于。什么叫成长性过于呢？如果你就是越规模太大的话，那抓的鱼一定越小，没有机会长大。那没有机会长大，你整个总重量当然就会减少。这是第上面那排图的概念啊。那底下这排图的概念叫什么东西呢？叫做加入性过于。什么叫加入过于呢？就说你没有留足够的母鱼的话，那你明年绝对没有办法期待它会有新生命加进来，没有小鱼会加进来。那现在这个我们现在鱼规模呢，刚才问了李教授问了一下啦，他我们现在鱼规模是25%，就说我们如果有100条鱼要来产卵的话，只有允许20条去产卵。那就刚才你呼吁那个李校长讲话，我们那个爬网啊抓了太多的要产卵的鱼。那如果照欧盟的规定的话，要让一半，就说如果有100条鱼要来产卵了，你至少要50%，一半的人，一半的母鱼让它去产卵，你才能够不会有这个加入性过敏啊。所以以现在的我们的规模来讲的话，我们的月规模没有超过过敏现象，不是母鱼有一点过敏。因为母鱼你只有让它20%下去呢，应该要让它有50%会去产卵，哦，所以有这个加入性过敏的余地，哦，那上面那个东西呢，我们还在 F0 的一个 F maximum 中间啊，还没有过敏，还没有成长性的过敏啊，所以简单的补充这两个，让大家等一下讨论有个基础的，有个科学的数据的基础啊，谢谢。好，非常谢谢，安尼是不是哦？刚才在回应大概都有一个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见，就是也蛮清楚的，不是志明这样说的，政府做政策这些东西一定有一个常规，不可以说没常规，怎么有科学的东西在这里都有，我们进入那个议题吧，我们进入议题啊，不要说台湾小组的经验来讲台湾，你有什么看过的议题？就是我们就是进入这样子的议题，然后再来交换意见。就是讲，如果安尼讲的这个经营，咱今嘛有这个空间来做一寡调整，伊啊管理啊，还是讲作业依存些的，后边安怎做？咱的目标，我想今仔在座大家拢是有一个上大的这个目标，因为咱是靠这鱼仔咧食饭的啊，所以就是讲鱼仔的资源的保护，甲迄拢有这个共识嘛。伊啊管理的上大目的嘛是安尼，啊，土海人嘛是要来甲兼顾伊的迄个将来的未来性，甲伊的生计的问题哦。这方面呢，咱就是来考完一点，是不是我们就进入那个议题？议题是要四个都全部都念完，还是一个一个？大概我看都混在一起，就是四个。啊？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是可以一起嘛？哦，好吧。好。都来。讨论议题，议题一。禁渔区如何调整？一、是否开放部分时间，允许总吨位100以上轻生渔船进入12里内作业？二、是否将我国海域内轻生成人场划设为轻生渔船禁渔区？三、是否将距岸6到12海里均划设为轻生渔船禁渔区？议题二、禁渔期限制是否调整？现行规定之禁渔期系为轻生成长期，也就是每年的6月份，是否调整或增加至产卵期1到5月份，择定一段时间实施。以上讨论。好，非常谢谢，这两个靠我关联，来发表一点，来，我为口径来，谢谢啦。不好意思，因为我等下先走，先把教师的立场那边先表达完，然后。是不是可以让我针对四个议题的立场部分一次陈述结束？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议题是维持是不是拍网100度的拍网船是不是要进入12海里？那我们金融市政府的立场是请署里面维持原案就是不得进入12海里哈。那我们的宜兰的渔民有说能够希望能够红果星自主管理。
那如果说署里面这边没有办法维持十二海里这条基准线的话，那我们基隆部分也希望能够采自主管理哈，在北方三岛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禁渔期的部分，其实每年都在讨论说是不是增加禁渔期，可是每年都没有增加禁渔期哈。那既然没有办法维持，就是十二海里维持住，那我们希望禁渔期好能够增加。那增加在，而且现在是六月禁渔期，那所谓的产卵期，现在目前都没有增加。那说到这边是有提出二十天哦，那我们希望是二到四月能够增加。那如果不能增加，这部分我们还是维持尊重处理这边的决议哦。那第三个议题是在容许总量的部分哈，跟那个每船容许量的部分哈，这个部分我们是原则支持处理的这个规划，但是有一个数据让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虽然现在每年的总量都大概七八万吨哈，但是以基隆八斗子来说，它从103年开始总量在统计的时候，它是每年12%在下降哈，从103年的36000吨到现在目前106年的23000吨，它其实是很明显的下降。这个数据是没有办法被否定，因为它是所有的过磅数，一条鱼都一车都跑不掉嘛。这个数字请署里面做参考。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自主管理的部分，也希望署里面，因为所有的航空船都有装 BMS 的资料，那能不能自主管理能够落实，那请参考这个 BMS 的资料去判断是不是可以做得到。那另外一个就是也希望能够听到我们严静海小渔船的心声哦，因为我们的这个渔场是大家的，那我们其实目前都听不到小渔船的声音，那也希望能够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去跟我们的渔民沟通，是不是让这些捕获率比较效率比较高的渔船哦的声音，我们还要听听小渔船的声音，我们基隆区的部分也可以统计这些渔船的这些联署的声音出来哈，那我也希望能够听到宜兰的小渔船的声音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禁止他网船是不是可以捕到其他鱼类？那我们这边的立场是希望能够禁止捕到其他鱼类，例如乌鱼还有鲳鱼这些集中性的鱼类，因为青鱼已经抓了很多了，那其他鱼也希望能够留一些给我们严静海的小渔船。谢谢，以上。好，非常谢谢。来，你这边有没有其他意见？来，这边。来，中二姐。我们主持人哈，我们市长您好。非常感谢我们学者跟我们各方的来深切的讨论我们的渔业的一个传统的永续经营跟未来的一个做一个探讨。首先我感谢教授哈，对很深入的一个探讨。但是我在这边可以给各位一个数字，105年跟106年的一个总数字里面，并未清理前面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啊，这是我其实在这里要一个声明啊，因为这个全部的清理总数量到我们渔染苏澳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数字，因为它不管是陆上或是海上的一个运到我们这里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数字。再来，刚才特别提到哈，严静海的一个捕捞的一个过程里面，刚才特别感谢我们探讨过我们的校长李国建李校长就提过，他那个清理的涨的速度啊，确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到一个有确实增长的一个速度，这个是我要非常认同这个我们教授的一个想法。再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这两个月当中组我们的渔船组出海捕捞不到10天，所以非常正确的一个行网就是气候型的一个休渔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行法。但是跟各位报告一下，产卵期在这个当中就很自然的一个产卵的一个行法，但是我们的渔民苏澳的渔民自主性的休渔提出了一个休渔的看法，我们每年当初的一个5天增加到现在20天，甚至我们逐年也可以来作为探讨跟学术界来做一个合作，让我们的渔业永续经营这个方向来去走。但是不能因为某种的因素或者某种的看法之后，把我们渔业的产业链甚至一个渔业的产业来做一个评论。第三，要探讨渔业结束
绝对是全面性的，不能单一的一页来作为探讨一个方向。如果全面性的探讨一页，包括整个的原来的三 I 里、四 I 里、五 I 里前面的探讨一页来讲，对整个产业链、整个产业的一个架构，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架构之下。啊，如果针对性的一个产业链来做一个探讨来讲，这样子的话，对一个有很努力为这个产业来努力的人，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署里面最近的提出的一些的配套措施，说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都非常认同，也非常的希望有效的一个管理，但是要有配套的措施，要有逐年的一个改善的过程，这是我一个看法，谢谢。好，非常谢谢，不来过、啊。那补充说明嘛，就是资源管理哦，不单是只有我们台湾在资源管理，尤其是东海、大陆、日本，我们也要跟他们协商，要保护这个渔业的资源来管理，而不是单是以我们台湾自己来管理，因为台湾四面环海啊，四处上游，所有海域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来管理的话，其他的国家不管理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彭佳屿到那个钓鱼台岛这些盐场，你们海巡署都可以去看一下，都是被那个大陆的单拖的船，还有那个大陆的抛网船，都全部占据了。我们事实上，我们鱼不是都不是我们在抓的。为什么鱼价会降低？就是因为他们的渔获量比我们台湾多很多，而事实上他们的渔量出价，今天渔价会产跌，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服贸，哦，我们都是要关税，所以说我们不跟大陆的竞争的话，就输人家，哦，这个是我要讲的说，这个哦是两种方面的，渔业资源方面跟渔价的方面，还有一种过瘾，什么叫做过瘾？刚才教授我们听的都很赞同，事实上过瘾啊，也不是说在我们这个期间啊，我们过度捕捞，像三个月以来，从今年三个月以来啊，两个台风，你看说这些爬网现在他们都没有办法生存，有的都是补贴，还要请那个外劳，一个月都亏损了七八十万。所以说这个渔业的现象啊，就不是说刚才讲的气候的影响，这个非常的重大。哦，谢谢。针对这个议题，我们非常赞成说，咱的渔业署来加强管理。咱渔业署在过去这段时间啦，啊，这几年来对全国渔业，会使讲甲全国的全国渔业管理了非常好。全国渔业并无因为渔业管理，来造成讲伊的经济下滑，没有，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管理机制，而且管理的。但是最后去往破坏，还是伫倒，啊嘛是大陆迄边遐吼，采取日本的区域内底乱难，所以讲伊的即个厉害即个船吼，啊来影响着啊咱台湾的即个船吼，一切结结。那我们今天吼，很高兴也有我们渔业署啊这么用心的吼，请那个这个徐。这个产官学吼，啊，大家共同来办做。啊，其实到这个时期来，咱嘛必须要大家接下来吼，啊，不要过度的政，应该是要好好的探讨出它真正的问题点到底在哪里。哦，啊，用这个实际的数据，哦，啊，但是嘛，未使讲单靠啊，这个科学的依据，其实啊，温校长甲教授吼。他们很用心的去探讨，但是这个数据啊，也应该要有我们渔业的人员来参与。你的海上业也是咱，包括你是刚刚是讲的，是咱这的海上业啊。我较早嘛在钓鱼网，阿妈在钓，这里其他鱼啊嘛在钓完鱼啊。咱本身有落去钓，哦，像阮理事长，伊从事这个渔业嘛，做船长就做四大，对不？伊对这个渔业。对这鱼的变动，啊，跟海洋的经过变动，他们有非常了解。
就刚才我们那个陈总基隆的啊船长在讲，哦，因滴讲诶，诶，这个经验，啊，提来甲咱学术农民啊，大家共同啊，啊来配合啊，共同来研究，真正把它做出一套，哦，诶，但讲啊，这永续经营要对各方面拢有当兼顾，啊，你讲真诶好啦，因啊，你三两个部分啦，啊，咱来甲结，啊，你若把乌油诶去，你全部诶乌油诶拢转来，你拢闷啊，你了乌油乌脚啦吼。就是土油啊，50块一尾啊，对吧？啊，就是啊，迄个牛就是只，伊今仔一尾才有200-300块，啊，你也袂拢爱进个，唔是讲进就牛就爱进，是当时要进，伊的经济价值到底当时啊，你吃，但是不能给它断后，哦、啊，就是讲你头先你讲啊，20%，必须要伊每年就是啊，只伊也袂去生化，只伊定咧放只牛出去，伊的肥油则袂去受到正规影响。哦，啊，你啊，老师讲啊，今仔安尼无够，我拄仔咱李国天校长你讲的，哦，我老弟你讲讲啊，这个啊，必须要增加到40，啊是增加20到40的中，哦，这个部分，安尼才有法度去用四千年。啊，咱确实看会当用钱创造，哦，啊，甲研究这个物件出来，啊，才最后来定一个讲吼，咱的永续经营，哦，像你这三龙渔村，即款就变到这个嘛，因为大家嘛负担。啊，这里、个、这里、个、这里、个、这里、个，哦，越开你原来定的一些方向，你大拢真遵守。啊，这嘛才有法度去经营。哦，像阮孤山岛，啊，孤山岛的船啊，要去你孤山岛，哦，以前200块，即嘛开放到1000块，啊，总共就12只船，啊，拄再只两股好，哦，你甲加两只就来，你就相加到完结了了。他的资源就是这样，啊，他怎么样去运用？我想今仔这个部分吼，啊。讲实在的吼，咱嘛卖讲一定爱讲我做这个啊啊，我心也好啦，哦，也是讲导演也好，哦，因为其实伫顶顶计划，哦，我的上高哦，叫50天啦，逐天嘛伫遐看外海安尼风影在大，啊风在大，根本就袂受变面，好多奖金叫什么人计划来滴啊，叫阮奖金什么来滴？对无，啊，要做碳化，对无，啊，所以讲头拄仔你讲，哦，咱即个教授你讲讲，即个做气候性就是收，啊，本身伊气候就甲你冻掉着，有时候要冻着气候，你着已经甲恁冻几计划，诶，即个诶，会当做起来，哦，啊，即个就会当互伊家己自然去生化，啊，自然来放卵，啊，自然来生长，对无，所以讲我是比较建议啦。嘛，唔是干呐，咱台湾遮即个北部啦，是到遐遮家己比较负责啊。实际上讲起来，是咱台湾咱遮是到时你讲，日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咱其实啊爱行出，爱到遮个国家会爽个遮个伊啊嘛。是我们叶署这边哦，书记我甲你建议啊，因为当你遮农委会就是爱编制这个预算，啊遮附属单位，啊到遮个产官学学个。哦，啊，需要专人，啊，就共同研究，做一个窗口，而且跟邻近的国家，大家能够共同一起来研究，对吧？你是代表的主席，坐坐坐要400-500块的大银行，上高啊，啊，你讲要哪搞？所以他们有进，有进这个，有这个进这个两计划，哦，啊，咱到底是进加对唔对？只要移民大家有真想要跟咱大家配合，所以讲，阮家己本身。主动去拿回分，1号到30号，我家主动来移民。只嘛讲，因为为着伊啊，组织人家认为讲啊，这个鱼啊，用讲当时还够紧，所以讲你过年期间啊，叫大家来收工。那暗顿都吃袂饱，哦，三大人吃袂饱，啊，准啊，就下面就规定装水，当嘛比赛。反正嘛，嘛甲规定讲，无你还佫收20单，哦，啊，你店里这边两计划，哦，啊，好啊，配合伊啊，组织人家。哦，啊，甲咱的学术界这边遮，啊，共同配合。那你讲讲整个东西部的一个渔业的生活圈吼，内底会当大家，哦，包括家人啊，包括金山亚力这边遮，所有的北部吼，包括咱的这个黄鹤寮这边吼，咱的这北部的部分啊，其实咱是大家好好联系，哦，有道义，无信访，我们坐下来，好好来谈，由我们业署跟相关的单位共同来召集，像今天的渔业会议，都今天这会议做的。哦，我虽然我做会员，但我今日嘛放弃，今日在所谓新城，我当管理者啦。哦，啊嘛必须要讲来啊，听主任大意见，啊，共同我当做一个哦，上个适当的一个意见政策。
好，非常谢谢。还有没有？来。关于一四一的事务开上这个允许一百吨以上的轻车油件的时候来里面作业，就我人进来协会的这个看法是结果不一样，因为你说平常禁止的时候他们就偷偷的跑到十二海里面偷抓，然后那边我不知道，在我们基隆这边他们都跑进来偷抓，经常两百几块钱现价买，我记得那里，啊你要我开吼，一个假借这名义就两百块钱啊，外口就两百无钱去，啊内底较少的，搁予你抓着，对不？伊个咱没有，有时候这个我觉得不予开放在十二里面，让个一百吨以上的这个船只进来，这个。这个第二点呢，这个产卵期啊，发射禁渔期，产卵期发射禁渔期，我感觉说，你说。渔场新的渔场都有差不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就画设，我倒是想说不必要，我是想说产卵期那段期间最好是能够进。我稍微要反驳刚教授刚刚谈的那个什么小鱼在冬天也有产卵也有卵，您叫俩新鱼有啊？怎么没有？有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我跟你跟你过相信了，太好了嘛！当尾顶下就讲，当尾讲去哦，有两个歹事啦。你来，你来讲，我破你啊！这你来，我破你啊！我相信，破脸真正，这个真正够了。这个你有了，这个你就表达了。来，你来，我破你！破脸真正，两三百亿啊！第三点聊一聊，聊一聊，我这三五聊，就你讲我进步吗？我也五十几年啊，做足这做四十几年啊，我进步吗？我努力吗？拜托，今年讲一年，来来，你来，你无讲无看人，我看你。我对吧？所以这跨第三点，这个六阿姨到十二阿姨这个金化社和金生鱼这个禁渔期，我是赞同。这个第二大点，这个禁渔限期是否调整，我希望是能够调整，这我看。好，过来，过来，我针对这个哦，我感觉是人一边个台戏，台戏嘛，我先讲礼拜五公务员过来。大家好，我是那个爬网的船长哦。那我有一个地方哦，我希望那个，因为我们那个红火溪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渔场。那个刚刚哦，感谢那个校长跟那个教授哦，给我们有一些书记上的帮我们修正，非常的感谢。那我有一点哦，那个白富清的部分哦，我跟两位那个教授报告一下。在我们知道的渔场里面，白富清，我跟各位报告，那个他现在我们抓得到白富清在主要在什么地方？一个在北纬26度29分，东经122度54分，那个地方有白富清，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做我们在讲的0649，26度，6分，然后东经122，那个06那个地方，1249那个地方有白富清，整个钓鱼台从东经的122度到东经的122度59分到东经123度13分，我跟各位报告，无半昧是白富清。那红火星的部分呢？因为我们针对主要是来针对那个红火星的部分，红火星是无白富清，我敢过一过，所以如果在不管是过于也好，或是排卵期，整个你们那个整个的数据，希望不要把这个白富清在红火星这个数据上面把它算进去，因为
红的心不是无白骨精的啦。我刚刚有各位讲，只有在每年的夏天，在那个彭佳屿的西边跟彭佳屿的北边那很非常小的区块会有。现在有没有？现在我跟各位讲，没鱼啊，没这种鱼啊。那你们一直给我突突突突突，我跟你讲。我主要是要来讲安徽性，安徽性是无白无性的，所以请你把那些数据，数据有没有？什么过亿啊？什么？先麻烦你们修正一下。那第二点的部分就是说一百吨的迷失，我刚刚跟我们总干事讲，什么叫一百吨的迷失？一百吨跟六十吨的爬网渔船、九十九吨的一样的登船，一样的声呐，一样的捕捞技术。另外一个一样的网，你为什么要限制我们？我主要做个大事是后来，或是以前咱三较好啊，诶条件较无遐好的时阵，所以主要遐细讲嘛。后来照着想说，第一个，你要不要顾及你的作业安全？那一百吨跟那个一百五十吨有差吗？大活动的主要有较安全无？我证明这个先拜，你讲话讲到安尼啊，你有较安全无？大只，大只，大只，甲细只，真差别啦。啊，对啊，这就是安尼嘛。第三个乌鱼，你甲阮吐乌鱼，乌鱼，阮三口我来抓，只有到迄个乌鱼尾啊，因为乌鱼是从黑龙江那边下来的，台中那边那么浅的地方，你叫我去落岸，我跟你讲，我绝对唔敢落岸的，以我爬人来讲，不包括后边有迄个叫啥？金钟棒，我是你叫我去落，我唔敢落嘛。迄去打卡，像迄个放鞋啊，两米尔，你甲阮吐这无意思嘛。两米敢落，我甲你讲五十米，我都唔敢落啦。那在北方三岛的部分，请你搞清楚，我回应你一下。渔业署当初给我们的规定，所谓的十二海里是从台湾本岛算起。你的北方三岛，我问你，你叫我去倒遐掠鱼啊？你装傻未？十二海里外口，我跟你讲，大陆来，不是咱的，这你先看才知影。然后在北方三岛，无你讲伊就一百公尺落网的，一百公尺是要哪落网啊？一座网啊，千几万。伊遐笑，还才带到伊外口，这掠鱼，我唔是。你啊拜托，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一个挖表。那我们到乌鱼道只有到哪里？只有大概乌鱼天津热带一乌鱼尾啊，是跑到。平头这边来，那个水深大概在，大概在八十到两百米之间的时候，遐乌鱼啊，我跟你讲，已经钓半开目啊！你遐放鱼啊，那个小的，那个传统的那个也是嘛是抓袂到的，不应该来这样子来给你处理的。我能办法你抓，你嘛是抓袂到啦。而且我们，你看我们实际上哦，我乌鱼是抓几尾。你拄着就抓。嘿，感谢讲吼，啊恁都甲阮开玩，讲啊都那个天上掉下来的鱼，阮可能抓无三工，一个乌鱼子抓无三工。谢谢。后来那个大概意见大概都知道了，即摆意见拢大家拢安怎知啊？两千一万，还有一个一万。咱一万，咱是不是无发言的？这边加过讲的。我只可能交流了。我苏弟，我敢因为可能哦，那个理事长。邓女士哦，你可能误会啊。阮是针对十二海里要进入六海里是红尾鲟嘛，剩的同款维持台湾精神管理办法内底。安尼我讲你知影，不是台湾全省拢开放十二海里进入内底，这样了，这是要要三高三分头。安尼你怎么意思啊？好啦，不是啦，这是唔，好啦，好啦，你等我来讲。你怎么意思哦？我是跟你讲这个代志，第一是这项代志，你爱厘清啦吼。我起码都有团队，我们自主性管理创伤，我拢做这样。但是，我一直强调资源保护或是永续经营，大家拢有必须的，绝对不是讲啊恁安那。但是恁的船啊，有影响到恁的其他的原因，真多啦。应该包括恁近来接触真多代志，大家拢会知。所以我头先讲讲。要全部要针对一个海峡，你来去做的时候，是不是全部来做一个全面检讨？啊，阮这项慢慢仔来检，慢慢仔来处理好势，大家拢来处理好势，到时候整个医院来怎么有序经营，这大家讨论较紧。哦，安尼滴，哦，谢谢。那个
我针对刚刚所讲的这个讨论议题的第一项，他有讲到所谓的进入十二海里面作业，我想说请约主在这方面，十二海里是以哪里的基准线来算？因为每个不同的作业入口，他都来思考说，我们现在政府的定定的十二海里是以哪里开始算起？好，这个我们想约主这方面要更清楚。那我们在作业上，我们是行政的部分，对不对？好，过来这边家，环保这边家五十名。另外再说一点，各位朋友们。局长，局长，各位长官，各位女性姐妹、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海龙王爱地球协会理事长林爱龙。那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这个青鱼的讨论，因为其实我必须说，青鱼对我们民间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鱼的一个食物。像我们协会其实有很多的年轻妈妈，那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那他们就说，他们最喜欢的鱼其实青鱼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永续是非常在意的。那今天大家能够一开始有科学讨论，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珍贵的这样的气氛。那希望将来能够持续维持。那不过刚可以听出来，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科学数据完整性跟渔民的实际经验似乎有一些落差，但我想大家可以，我们已经有观察到，我觉得这样的落差可能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目前的执法不是很落实，包括海巡署并没有有效的驱离跟中国大陆的渔船，那所以才会让大家好像就是比较难以聚焦目前的问题所在，那所以我们也会首先觉得说。我们在将来要从现在如果要调整任何的禁渔期、禁渔区，是不是都应该先同步处理外在这些干扰，包括是不是我们一起要求海巡署要强力的驱逐这些中国的渔船，不然你要怎么跟他谈？你现在一般不底下两亿嘛，然后就光话等，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永续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我们要有一些联合的力量对外。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对内，我觉得我们自己渔民到底有多少船，像今天所有这些渔获这些资料，它事实上对照每一艘船的 BMS 的所在位置，它是不是真的都在十二海里之外抓，或者有些在十二海里之内，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那我相信这也是大家争执的一个点。那我相信这部分渔业署它也受了很大压力，但我想如果大家有共识要往前走，我们有共识说好，我们以后定一个数据，如果一旦鱼价掉到多少，我们就要说鱼；如果鱼少到多少，就要明天这礼拜就一例一休。其实我们需要一起去合作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要落实我们大家的共识，就是你在没有开放之前，我们就十二海里之外，还是要在十二海里之外，不能跑进来。那在这样子，如果大家都做得到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愿意一起来尝试说，好，我们今天是十二海里要往里面再退十一十，然后我们看着每个月或是每半年每一季的那个鱼体的大小变化，然后搭配科学数据，我们不断的一起开这种会。然后当然我们还是持续的要求海巡署要强力执法，要把船驱逐出去，不然我们都在要跟邻国和谈，可是很中型那种科联啊。你们熬过嘛？你不能丢给客人来跟你谈吗？但是我们明仔的各类客提提客的各类主题啊，这是现实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要合作，大家要共识。那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说，在我刚刚说的，我们民间在意的这些外在的变动因素没有办法彻底解决之前，不要急着说是不是要进来。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反对进来，但是如果要进来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所有因素都控制好。而且，其实我们不要定的那么死，不是说今天改了就夕阳都没当个盖。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开始适应那个动态的变化，我们可以每两个月、每一季，我们都来调整。那在变化，那大家一起共同遵守，也共同对外。那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那个禁渔区的部分，其实刚刚的科学显示，就是说目前在加入性的过鱼好像比较不严重，目前没有成长性的过鱼的问题，因为好像六月禁渔有效果。那现在是加入性的，这青鱼数量不足，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产卵鱼，更多的妈妈生宝宝。那这块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那个安徽新这边的那个禁渔期二三月能够就是划入它的禁
划为一个禁渔区，那也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一起遵守，然后用科学数据，然后动态调整，大家平凡一起坐下来讨论，这样那一起就是把我们看到各种问题集合在一起，这是目前的意见，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哦。我想那个意见大概都抛出来了。那我们这边是不是那个刚才有提到那个运转压力也是下面有一个环节，这边是网络那边就是跟刚才这些人的那个所提的意见，如果能归纳就归纳一点。那他们两个话表，第一个、第二个的那个问题，我就来做一个结论了。这些结论不见得是在，但是我能归纳那些一点概况。今天不错啊，今天真的是要感谢各位哦。来，来，主席，最后一个，校长那边到，局长那边没到。哎，主席，各位兄弟，大家好。局长还没有到。我希望耶稣今天开这个公听会，大家坐下来谈，来那个短线，不好啊，跟他俩一样。然后我们一个一个讲，他这个开放时代，但无些安慰性，以后变成会不会造成华丽漏洞？开放十二海，基本不需要向度向，我们就有问题的讨论。我想讲的是一个，刚你们说句来讲要全面性的，这开放十二海里以后，如果所有一种比照开放十二海里，耶稣怎么应验这一块？当然，昨天记得很多业者就讲说，希望署长的开放，托望也进来十二海里面托望，所以。因公只要这些全面性的问题，大家去探讨。如果它真的不影响，我给他，那我给他，未使用区域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好比讲，其实安徽新开放，著名安徽新开放那个地方，你们怎么自治管理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万一基隆市政府如果收回百荒三岛十二海里一二群的时候，按不乱去啊，啊你们够乱啊。所以讲的没有错，前面是来讨论。第一个，抓鱼不是抓多啦，是抓质、抓价少。顶年卖到剩七块，迄偌大块，大家拢知啦。迄有人讲个五块半，我白讲五块半，唔知有无我唔知，但是卖到七块，属实嘛。啊，迄是抓啥物鱼？贵港咧，贵港贵。卖到咩贵港啊？大家拢心内有数。大家拢过江，我拢袂相信，真正我拢袂相信。所以讲，即前迄天一个船长甲我讲，我找你就出来了。我阮爸爸做船长，我是移民子弟啊，门户二长啊，伊的主管是阮爸爸办的啦。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脾气为什么还不回家？找你出来伊啊，可怜，这是移民的耻辱，唔是搞呢？了解不懂啊？你要想不懂啊？无搞，真正无搞。林某坐到后壁笑讲：“有影，初二过年迄五天，伊无着陪林某，遐搞嘛？无搞，真正无搞。这目屎咧，咧按心肝流，我甲你讲真正。掠伊，大家拢掠伊啦，掠伊，小恶人一个，有需要掠这济吗？掠这凶吗？因我写，唔是，伊是俗歪掠，生两歪掠，拜六礼拜歪掠，一工掠十箱。”你该何况安怎叫自主性？今仔宣布讲明仔袂使人，昨仔开始你变叫人安怎转啊？我讲过嘛，拜六甲拜四，大家来检讨。今仔十五块以后，鱼仔啥物？好，拜六礼拜卖掠，一日一烧嘛，有理无？好歹安尼，我看卖啊。咱是为着咱家己的未来咧拍拼，唔是咧甲咱烧钱讲安怎嘛无效啊？今仔行开会，绝对无反对，所有会员全虚名，虚名绝对为虚名啊，无需要吐虚名，但是。良心的建议是讲，鱼若会使抓一栋卖十万，唔好抓栋半卖十万，可能那是可能。对业者无好啊，对渔民来讲就是伤啊，真正是伤的。你甲看，家人的拖网，踮咧淡水口抓咸鱼，抓到这两日下下，就为虾米？细尾抓了了，细尾抓了了，真正抓到吼，尾人咧哀啊，啊尾人即摆无哀嘛，迄天我。恁宣布要控鱼竿，我甲两个鱼两个大业者咧讲，伊讲伊嘛无认同，我逐工拢抓，伊嘛做袂，这是事实。有滴仔讲，哦，伊我比一个了，啊伊那食薰啊，啊伊咧食薰，阮食歹听，啊伊那会食薰，伊是关心你，
毋是人即摆咧吐槽你。即摆你鱼仔来说卖十五块，你为啥去卖一块块落去？重点是咧遮。过来，开始咱国家的改善。钓鱼台啊，人日本会使二四四小时派船在遐坐倒啊。咱政府海巡单位是毋是也出去建议？咱北方三岛是毋是加强海巡去巡逻？照理啊，是毋是安尼讲？安尼对大家面才好。搁一点，你头拄讲伊个过度捕捞大钓，即摆都讲大钓过度捕捞，所以恁无会头尔。恁即要甲人讲，人大钓休四个月啊，恁休一个月，所以咱坐落来，大家想看卖啊。一只船啊，毋是两年、三年，是二三十年个代。李教授讲，恁今年掠少，恁明年掠无啦。我甲你讲真正，我计等于同伊讲，咧讨论是讲，恁今年掠少，明年掠无。所以讲，破网啊，即两个嘛休六十天啊，你休偌十天无几块。哦，以上多谢。好，谢谢。来，那个黄木来，你来做对啦。我认真，边个讲，我知影恁的意思，我等下做一个看，安尼尝试吼，甲恁大家意见。一个我来看大家接受的，以前你看那个。刚刚听了那么多啊，包括这边还有苏阿弟基金里面，还有这边有一些意见啊，我初步回应那个你那个意见啊，就是现在近宜区的规定是台湾本岛啊，可是海六海里边是台湾本岛啊，那可能我们这次在检讨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岛屿会比较远的部分，可能会去考虑，可能会考虑到。哎，龟山岛这部分，因为龟山岛这部分的移法很复杂啊，这样子。那第二部分就是，刚刚近宜区旗的问题啊，刚刚台湾 IP 球那个连理事长提到一点啊，其实大家都没错，这个政委仪是一个回流性的一类，那可能是要因为随时检讨这个管理机制的运作方式发规定啊，因为因应啊等体长或是以下的问题。那可以分两部分，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啊，一般性的来探讨，比如啊，现在规定六海一个十海里，要不要检讨？可能一两年就要检讨一次，或是会是临时性的，比如说上次遗体可能突然变得很小啊，或是溢价变得很低啊，溢价因为牵涉到货端的加工能量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变成说随时都在讨论说啊，要不要休息的问题，所以。可以针对这抽出一个专业小组，或是专家学者、业者啊，来或议会来讨论，随时讨论这两个变动。那近那个看近宜区啊，近宜区现在目前六海里跟十海里，大家各说各话啊，各话，能不能啊？因为现在已经实施五年了啊，六海里跟十海里。那跟通往不一样，因为通往是三海里跟十二海里，啊，那刚刚有业者一直强调的是到，现在一百吨以下的，渔获能力跟设备跟一百吨以上，啊，相差没多少，那可不可以考虑不要问一百吨上下，啊，可以再探讨，那把六海里经营机往外再推，啊，往外再推，啊，看几海里，那十二海里线。那十六到或是往外推的线到十二里中间，是不是一个刚刚有讨论到近宜期的部分，苏澳地区有提出啊，他增加休渔20天啊，20天，那会不会有效果，或是有没有是本来就是季节性休渔的啊，或者是过年性休渔的啊，本来过去就休渔，那只增加这样子的问题，所以。现在要不要用近宜期加近宜期的概念来做讨论，可以来做处理，比如说往外推推到九二一，九二一到十二海里中间啊，一二到三月或者三月份有些近宜的类似的，大家可以讨论。以上，谢谢。谢谢陈主席。
家资料收集起来，他们就去做一个根据科学哈，所以任何一个决定都是有根据科学根据。我今天有校长跟老师都在这边，然后那当然这是一个基本，我未来要做决策的一个地方。这里比较复杂的就是它不是集中在我们这边，还牵涉到中国大陆跟日本啊，所以这个未来业主要努力而又如何把这几个过程拉进来，因为这个才有效管理。现在比较可能未来这个老师就校长可以告诉我，他所谓这里有种某种程度发现一种恶恶，他不是全面性，不像我一个整个洋区的，看你这样子，他可能在台湾的或者大陆，所以他是一个跨界的一个移除的一个管理，所以将来我们有必要跟日本、跟中国、跟大陆要来真正的合作要采取务实的措施。你采了，那我这边换，我这边采了，那其实变成一个无效管理啊。那但是呢，有可能它有些移种它是出现在西部的地区，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做决定，它就可以来决定你未来的事业这样啊。这里我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份报告里面，科学家就是李老师那边做的，有告诉，好像是这几年来我们实施了结果，但是有一个项目就是它体长有越来越小的趋势。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说，因为你的整个管理不够到位的时候，你的鱼体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个肯定要抓紧，是不是我们的某一个区域？这个原因是我自己造成，还是别人造成？我现在是很担心这样。那这样的一个管理是不是达到有效的？那依据国际上，在国际国，他们都是，七大部分中西太平洋大概三亚最好一次，一定要先有一个决议出来。那所有的决议要根据科学，不是我想要怎么样，科学家要告诉我。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他们觉得政治人物，政治人物要决定，不能说我爱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以科学为据。所以，未来台湾的业管理一定会朝向这条路，因为我们已经太多的，就是说，像这个我比较不理解，整个产业，我们定六月是近一期嘛，我有时候会很纳闷，从国际上跑到我说我是比较感到困惑的，为什么定六月产卵场是？二月到五月，那为什么今六月？这个我比较多，科学家可能告诉我们，大概我还在研究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南京嘛，现在写二了啊。从业资源的管理，其实我们将来很大的空间是要针对台湾引进来。我们跑全球跑那么多的，看到全球在管理的方式跟台湾真的是很不一样啊。这个所以我们要开始要国际的管理的观念带进来，那。它合理哦，就是要有序哦，大概大家都是这样子哈。那当然，你没有做决定的时候，国际上还有一个叫做已经做，就是说看方可能判断错误，但是为了你有序，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说，我们轻生一点的很多，刚才讲我们70%都在说话，我们工厂那么多，我们做遗传那么多，如果没有控制好，我们三线，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一体变小。一体变小有一种情况是出在水果之间，我比较担心这样。就我的长期来说，一个科学家告诉我是为什么这样子，只要控制好，这个产业就在往下。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控制不好，只是短途的短期的利益嘛，然后就长期了，那这是危险的。那第二个因素，我们比价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量价要做控制，其实这是包括一些。入这一块不一定顾客，这个在国际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关心的。可能将来我们要从经济学，因为现在中西它已经演变到这样，从事业演变到经济学管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大家看，以你赚多最多钱是最大的，最大的利益量大不是利益啊，这个提出来。那我们今天的平衡性，我是在先按国际上那一套引进来啊，我希望这样子科学。科学跟经济可能要某种程度的结合，这是我们家，是还绝对是我们家，我们一定要把管理弄上，好不好？好，非常谢谢。石石头这边有没有要讲？各位女士，你们好。石石头第一次发言。这几年因为石石头跟这个
去看你们说的什么要注意干嘛？这样子对这个签证这个北赛的中文来说是什么比较少？不过我去年在进行这个台湾国际马旅业的这个长期调查的规划的案子。那时候我们针对台湾国际台前30大要如何去做一些分析，那你发现说这30大类的鱼种有超过20类的以上的鱼种，确实是有逐年渔获量是确实有逐年下滑。那么这个资料我们也有公布在我们的市所的那个网站。那分析的结果大概认为说，渔获量的减少应该是跟高强度、高压力有关系。所以，事实上世界各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欧美国家的话，也有可能世界各国。大家都针对这样的问题，现在积极做一些行政方面的一些措施，希望能够让这些资源下降，能够减缓，甚至希望能够恢复这些已经下降的资源。所以我们是基本上是认同支持说，针对台湾年轻人，我们在投入一些适当的一些方面。当然，这些行政方面必须是在相关的去。那当然，渔业管理的过程对于渔民现有的这些作业形态势必会造成一些冲突。这些症状之后，我相信渔业管理最大的结果就是结果就是不是全面。那事实上，我们过去国内外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像挪威的这个或者是国内这个东港，大家都知道这个冰花虾。要经过管理之后，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好好思考这个方面。那要咨询正当委员会相关的。好，非常谢谢啊。主席，各位与会的代表，大家好。我是代表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我叫陈玉玲，我第一次发言。我觉得要先谢谢各位在座有先见而且抱着开放心态的渔民们在现场。这是我参加月署的这么多会议里面第一次，我觉得我们的渔民代表呢跟政府其实是想要站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感动。那我觉得台湾的社会走到现在，我们其实应该是要走向一个对话跟合作的一个社会，否则台湾很多议题会变成我们没有办法相互对话，我们就一直持续内耗，那台湾的国力就一直在下降中。我想渔业的问题更是需要这样，所以我要先跟你们说，我真的很向你们致敬，而且非常的谢谢你们。那我想从刚刚早上听到现在呢，我有几个想法，我也想给月署一点参考。就是刚刚像艾龙讲，就是说从到现在，我们早上听到很多科学家的科学数字哈，那跟我们的渔民的实际经验是有落差的。比方说，刚刚我们非常多有国际经验的副署长黄宏副署长，他在谈的时候，他讲一个说，比方说基隆渔会曾经去测试鱼体的大小，他发现鱼体是变小的。那我这下面我就听到，有部分的渔民就说没有啊，鱼体没有变小。所以我想，科学数字很重要的是渔民愿意配合合作。我想副长很清楚，就是在各国际区域渔会组织里面，大家都要求说，你政府、你渔民、你的很多数字应该要透明公开，我们才有办法做有效的科学的数字监测。那这个透过科学的这个数据的政策的制定呢，我们才能够跟有效的做很多配套措施，让渔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可能需要的时候的一些补偿或是帮助，那大家才能够来维护这件事。所以我想从刚刚谈到现在，就是说未来到底月署对于这个以轻生的这个产业来讲，我们对于这个产业的管理，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所谓的任务性的编组？而这任务性编组它是随时需要去动态因应的，但是这个区域性编组必须跟其他的渔业对话，
就是我们的延庆海月，刚很多先进都说得非常好，我们不能切开一块一块来看。所以到底这个十二海里的问题，我是觉得在现阶段全球渔业资源都在减少的状况之下，有一些原则我们必须踩住。那踩住这个原则，我们再来逐年去做动态的这个调整，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的。所以对于我觉得台湾我们现在的渔获的这个公开透明的数字这个部分，我有点好奇，是说我这次来开会，我很想要知道，我透过我刚刚的科学的报告，我还是没有办法知道说，比方说刚刚大家在谈 VMS， 那我们现在这个 VMS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渔捞跟渔获这个可以有这个稽核？那所以到底以清正渔业来说，我们现在到底渔业清正渔业的这个渔船的许可量数是多，数量是多少，渔获量，那以及渔捞日志的回报，我觉得这些都必须透明。那蟹鱼日记是不是每一个县市都其实是确实申报的？所以像刚基隆说他们是一条鱼都不会漏掉。那其他呢？那另外就是鱼市场的交易记录 ，VNS 的位置有违规情形。那另外就是县市政府去做这个动态鱼体的这个调查。所以可不可以把这些数字，我们其实在可能有一个任务编组之后，我们大家都尽量的。也请渔民们帮忙，把过去你们如果审考任何数字都回馈出来，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严谨的科学的 review 之后，然后再来找更多的科学家跟渔民。同时，因为我觉得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大方向的问题，没有太多细节。比方说，好，如果我们要把议题一二都做一些调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细致的配套，让渔民愿意跟我配合，而且可以公开透明。我想这是我想要表达的。非常谢谢各位，我再次跟各位致敬。好，非常谢谢哈、哦，这个我们也交了一些人选，也差不多意思，又有新的一个意见嘛。主席啊、哦，我要回复那个，我来回复回复啊。协会他不是，现在就是说哈、哦，针对你啊、哦，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哈、哦，我们议会哈、哦，总共生产哈、哦。生产量是48,863吨，哦，等于是说哈、哦，等于是说我们六十艘组的话哈、哦，就等于是说一艘哈、哦，只有抓到81,064公斤，哦，你说三个月哦，哦，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是我们的渔获量要向你报告一下，然后要向那个。地球协会的这位女生讲哦，就是因为渔业署哈、哦，对于哈、哦、我们渔业哈、哦、管理的非常非常的严格哦，不愿意是每次如果是说进入十二海里以内哦，不管你有没有作业啊，在跑船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半劳了哈，半劳的是没有作业，在那停当在休息的时候，电话渔业署电话就打来给我们。我们船长说，你不开，你进入十二海里以内哦，如果你在那边违反作业，罚一个月，哦，就是电话就是马上打电话给我们的。所以说这一点哦，我要向你回复说，因为渔业管理的太对我们限制太严格了，所以今天我们才要来开这个会哦，谢谢。不好，卖个讲啊，我给您做一个调教了，您哪有意见？大家才发表，啊，大家拢讲的，拢站在无一个角度以外的。这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咱已经钓差不多两点外钟久吼，啊，差不多迄个有一个，大家差不多要表达的意思，差不多是安尼啦。啊，我甲恁小甲恁吼，我甲恁小调教一下，啊，若有意见的人才去发表，安尼，安尼咱较有法度迄个聚焦啦，安尼有同感。比赛，哦，啊，我试着就是说哈，因为今天发表的蛮热络哈，啊，不只讲话题，咱讲台语来讲，因为历史地方知影你要表达，但是你讲国语的时候，当然哦，他们知影你历史的出来，话题，你注意哦，我跟你以外，我跟你加哦，我整个你们的意识大概我都能够掌握了，哦，第一我想安尼吼，因为今仔日真难得。今仔日大家拢有这个心哦，啊，唔通去怀疑讲哦，渔业署伊就是希望讲咱的渔业会当永续经营，这是伊的目标啦，绝对是安尼来想的。啊，做行政的当然是有伊的
全面性的考虑，因为恁今仔听就知啊，因为这差不多甲咱的手同款啦，各种的计划、各种的区域去作业，甲迄种，咱无法度讲吼，一定是拢有当伊会徛在伊的角度，拖房的角度，刘四郎的脚步，吊棍的吊棍的大家去细家，这个东西，但是这外边这靠伊的数来跟伊做调整。我多做到一百个，阮是上少都爱有七八十个，感觉讲安尼做是会使，大多数。哦，这个是我想做行政的人，伊是看到整片的那个规片的，他是见林不见树了。哦，啊，学者这因已经了足侪时间啦，三四十年的时间去研究，这也是很有那个咱你讲讲吼，咱国家的研究的这种团队跟哦产学家的大家的投入。这不可抹杀啦！我想你移民，你一定爱相信，才会学者甲迄有道理，有去收集者当地收集、收集这一些资讯。哦，啊，拄仔就是讲吼，因为早起安尼我甲听吼，就是会当先做结论的，我先做结论，就是讲，第一个，回游性遗类不是你单一国家会当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管控，这是大家普遍应该大家拢有这个感觉嘛。搁一个就是讲，拄仔人嘛讲啊，讲哇，咱的迄个北方三岛，哦，迄个大陆船啊，拢已经入来个足近的啊，几乎咱的呼吸都很困难。哦，这是事实啦。哦，因为我嘛知影，你看最近差不多这个季节，你迄个新竹甲迄个台中甲苗栗外口。现在很多船，可能那个大陆船啊，拢差不多在那里。哦，这个就是讲，这一点咱就会使先做结论，讲加强那个什么外来的这个遗产的那个到我们经济海域的这一种维护遗产跟资源的，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当下我觉得一点能够把这个东西传给我们，也请那个海信组织跟加固改良办法加强。甚至于后摆卖讲渔民啊，过迄个过这个讯息的时候，咱船啊在往港面开出去，我相信他们的那个一定有那个布局在外面的，因为就近的一定话，这个就是讲咱的迄个话，咱的渔船跟咱的船只还有，拜托就是讲还是要加强，因为伊拢铁壳船，咱的船啊哪里卡掉了就曝光伊啊。那个我记得那个前几个月那个瑞芳使用一家干鬼啊。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一方面我们是可以先做这样，所以我刚刚这里都爱有一点的这种的观点，不是说结论。第二点就是讲，这个这种的资源研究跟管理，这个还是要公开性研究，业主这边就要承担这样一个情况。这个也是刚才那个几位讲的，就是讲你爱去投入，你整个了解这个。不是只有那个科学家的资源面，甚至于移民的、生活面的，或是生计的，或是怎么样，这里呢，我觉得比较那个持续性的一个研究嘛。本来伊也做完就是，伊也要调查，伊也要研究就是，爱一块的，而且讲爱等一等底下呢。哦，这个东西就由那个业署这边来签给那个会里面，然后要找出一个窗口。一块是在水单计划里面要有窗口。刚才也有提到啊，如果你这个东西配套，甚至于我们都要跟那个对岸的大家来谈这些资源共同维护的问题嘛。你这再是拖海人，就是靠这资源，再靠这基地去生活的。哦，我相信他们也应该听得到啊。咱较好，咱的资源较快，因为这鱼也是收来收去的流动。哦，不只是说资源的问题，甚至于那个环境的维护啊，这拢有关系啊。哦，所以这样的，因为将来这个还是大的那个东西，还是要去谈。那我想跟日本的这种启动或者什么，这东西是农民的东西，鼓励够嘛？甚至于那个日本卡拉呀，我那个白富清他们都是跟中国大陆那边在谈，有拢已经这世界的业管理东西一定是安尼来去做，大家要有这个习惯，有这个理解。哦，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是第二点就是可以做。要一个长那个所谓的实际性的一些研究跟那个投入，其实这是对于林浩方面，这是一定应该爱做的。
啊，第三点就是讲，今天咱有讲这个议题哈，这个用字啊，就是要记住。刚才那个基隆他说，啊，你十二海里大家看了拢足惊的，好像都全部都要放进来。啊，其实渔业管理它只有两个，一个是事务管理，一个是区域管理。哦，拖缸现在是用区域管理，因为拖缸你拖海人离开渔种太急，很主席的迄个渔业的投入去管制，无汉尼啊迄款的。啊，若是讲用事务性的管理，大部分是对大宗投入性的这哦老化这些，这是国际上你讲的 TAC 啊。他大概都是两年，前一年科学家就要去做资源评估啦。猪安那会使，我就加放一挂；猪安那袂使，咱就收缩。哦，这个是土海人的，大家来有这个想法，因为即卖土海一定是国际性。哦，有国际性的这拖落来，咱的回归同款，咱这算大众的嘛。哦，就是拄啊，大家讲了真好啊。因为你爱留一挂量，但是这个量，哦，我若卖去管枯叶啊。哦，若是讲事务性的管理，我毋是针对爬网啊。你若亲身渔业，我所有的迄款的拢爱落去管理才对。我是对回归甲对虾嘛，对无？即就是讲即种的鱼仔内底资源已经有迄个危机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要忍耐一下，哦，啊，要安怎来处理？哦，即个就是大家今仔日讲的，即个是焦点。哦，卖讲针对迄款的，卖针对讲哦，啥物船啊，啥物船啊。啊，大家感觉不甲安尼买啊，就是变做无法度通来合作来管理，安尼嘛不好。哦，所以我想那个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很清楚。大概现在大家都同意，就是讲，除了安徽新以外，十二海里拢袂使去。哦，所以这个是讲，咱你讲啊，讲为什么漳州伊拉迄个报纸《联合报》报迄个，迄是无够精准。你讲掠乌鱼，其实伊掠乌鱼有几个条件。咱无写出来，所以大家你比如讲哦，伊个需要咸雅乐嘛，何必像你讲啊？有联络报写的。嘿啊，但是这个前提是安怎？这个是我做决定的，哦，这個、我爱承担。为啥我做这个决定？我是感觉讲乌鱼的回游过去拢是伫西部安尼对吧？干那这几年小可有走去甲南方乌啊，哦，港的外口有去掠到。但是这个资源跟那个状况，咱无啥物了解，所以当时的时阵就是讲，因你讲迄个平头伊东的迄个迄款的，迄块渔场是不是会使做安尼一个试验来了解这个乌鱼的这个状况？所以迄是有区域的那个限制，哦，所以恁今年恁敢有走过来迄个平头角这边？然后这個就是。面试表出来都没注意啊！我那就是讲，因他们还是较劲较强，对不？这个当中就是讲，因为咱了解安尼的资源，结果我怎么了解？结果就是讲，今年因抓到的那个，哦，无盖好啊，然后那个渔获的那个什么参差啊，大家就大家，小家就多小家，啊，然后人家也不买你们啦，因为你用那个啥，用那个吸引器。就伊能够都不好滴啊，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那个是有时间限制哦，我现在乌鱼期已经是结束了，你该回归恁就家己回归恁，会使去改迄个，因为我做政策的人，我来去考虑遐个，遐个水分哦，遐个细节啊，甲遐个人，有哪块有一个满足，恁块较理性。恁就是应该是爱去北京去甲迄个日本甲迄个啥迄个中国大陆啊韩国去拼。这当时的时阵开放那个爬网，为什么说一定爱去较外口？第一容易就是食，因为咱的市场愈来愈熟愈迄款的。啊，结果本来恁这较有竞争的、较有迄款的，应该爱去较远的所在去替国家去努力，安尼才是一个迄款。所以这个十二海里的那个开放，不是指那个。全国是安徽新北都在 A B C D 那个所在，有没有这个空间去调整？因为那个成长的那个什么那个季节，那个大伯那个是固定的嘛，因为不管咱看这是有成效的，把价存上。但是加入的那个妈妈也老下来，我那谈伊要有讲一定要留一点那个什么加入量，所以在讲 T A C 内底，我那算出来差不多有十栋，我可能爱老两万栋的这个青鱼。工个甲无爱劳动蛮多，啊，出面就互恁去，你要用分工，要用啥去抓，我就用配合互恁就好啊，扩大互恁就好啊。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个问题 ，TAC 内底就是恁将军五个机会用，甲伊一定爱很精准。你倒一个区域，你倒一个所在厉害，我伫讲的时阵，这个后摆就是恁分的啊，这个、财产是分予这个渔民啊，啊无人迄个全国的迄个全国的那个老百姓，伊哪会服啊？伊袂服的，他会认为说是。这财产是大家的啊，阮准备就是讲，因为看资源量，所以咱是特许渔业，就是资源若较好，我渔业执照多发几张；资源若较歹，所以渔业执照来修。啊，既然渔业执照你无法度修，所以你要有一个配套。第三项这个配套是可以做的，不管是那个自主性，或是那个所谓的指定性修理，那个东西里面要那个修理奖励金啊。我这样修理奖励金，你们就把它提高。你忙啊！你出来无容易管的，无法度卡袂因啊。而且讲两个月出去八天、五十天，但是也不是针对爬完啊。以后您可能会遇到的那些指定性修理，无法独立的是爱用这个机制，所以这是对伊也有帮忙的。你就是爱大干爱来，这个是我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说那个修理奖励金要提高。啊，不，你油即卖卡在26，即卖变10几元，哎，自然因都收起。本来这钱是要摕去迄个国营绿色补贴这方面的嘛，哦，这个东西里面就要那个，所以书店这个一个第三点没一块，这个东西这三点大概五一块，没意见嘛，哦，没意见，然后来那个有没有这个空间，就是安徽新，就是刚才 A B C D 那个东西，有没有这个空间说让它是进来多少，然后用动态的那个管理。而且不是针对那个南方户外村啊，其他的那个东西，你起码就买在哪只价呀？某个季节或是什么东西，这样呢，大家你有什么较好的意见？那我的想法啦，就是讲安徽新这个吼，这你若乌无，也是讲无每年的那个加入量，这嘛是不利啊。哦，这校长你有啥物个？就是讲。安徽新这个，吼、哦，那你迄个第一位啊，是几位？一位到二位这个中间，哦，他们现在已经20天了嘛，啊，大家拢知影二三位是一个真大个，哦，迄、那个一万，二三月这是生两上重个，你如果讲生两上重啊，拢三四万只个啊，对无？哦，这比迄个一位个搁放人搁较好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恁家己恁都爱想一下吼、哦，是不是？大家要有一个约束，哦，啊，地人这边你嘛了放心啊，因为你迄个啥，迄个天下书遐，迄边遐，迄个嘛是一个产能厂，但是你亲身一页内底的管理办法，你回去写，你台湾本岛没有到那边，没有到那边嘛，啊，你没有到那边，你就等于讲，迄边遐就是讲，我都去保护啊，你怎啊，讲大陆怎啊离啊？你个咱个，即块就是迄款个啊。因为你愈无市场个时阵，咱个问题会愈复杂啊。你会愈缩在内底，大家门牙口就伫啊，你去种菜。加强基地这第一点啊，现在是说那个彭佳怡，恁家人拄啊，你讲啊，恁高长你讲啊，讲伊有4、5店的迄款的嘛。第一个反对涉海里，因为咱无甲讲讲涉海里，人伊毋是要求全面性的涉海里。你知影？因为回游性的东西吼，为什么我讲迄个乌鱼这嘛是其中啊一点的考虑，就是讲你这个回游性的这些东西啊，造你遐的时阵，你无滚淡薄皮，淡薄的水深嘛足深的就造你啊。都无去啊！哦，有这个原因伫啊，所以我你做迄个决定的时阵，就是参考遮的迄款的。哦，啊，你即摆就是讲迄个安徽新遐，哦，迄个有没有可能用季节性的那个管制？哦，啊，大家因家己人因嘛要迄款的啊，某个那个体长的时阵。比如讲落来10公分啊，15公分，咱恁15公分，恁就放弃啊，恁袂使，恁就是。哦，这个是由那个对口的那个协者或是辅导单位，都可以改你公去嘛去比赛的啊，你都爱理吧？哦，然后那个价格如果是下来那个像上一次11块，我他妈你讲还不好啊？我那是天黑就黑，天困啊，天困啊，你讲还不好嘛？我会等5块嘛，天会等5块嘛？
我的意思是讲，都爱有一寡措施啊。一个鱼价，你若落来较强势的时阵，你落来看；一个就是讲你的迄、那个，你的迄个市场啊过小的时阵，就是，唔是你若卖啦，因为你若放农业不灵，东西就因无效啊，就是无效。所以讲，就是我的做法，因为阮今年哦，自主性的收益啊，鱼价下跌啊，不是拄啊，咱变到迄个鸡蛋区以为怎样去做讲，七块。阮第二的时阵，阮第二十五块，阮就发自主性收益啊，出资人有没有？我们今年啊，自主性收益六次。好了，我知啦，迄个这唔是讲干阿恁阿公好个代志，迄个水王这边只。无问题嘛？你若是讲迄个体长跟那个东西在某个时候，若是发现它那时，那那就不会啊，不会啊，政策不让他们会啊，他这样，他这传播自然是管理都不会啊，这样，我马上赶来做那些啊，哦，我想是，那么我这平台拢是不是修？你给人你安怎？老包子，我想现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做一件事情，把物禁止管理嘛，统计，你应该讲，你无二十亿，伊两两千。我跟你讲，离朝进公园八十米路嘛。你讲迄个。人诶，花蕊一斤红着百二三块，伊家己还剩二十块。你讲当地渔民未配面，未骂人吗？我即摆讲是讲，咱诶管理方式内面，为虾米是其实知影？我到伊条正讲，其实去大陆恁拢知影嘛。你要罚唔罚尔？其实业者大家拢知。不是要罚唔罚咯？咱即摆免钱者，我即摆是讲免钱者。咱即摆咧讲永续，对不对？有无？大家心内有数，一定爱同只土甲扎根嘛。我个从头来讲。吼，咱即摆就是加强治理嘛，吼，注意嘛，唔卖阁讲过去啊，讲未来就是加强治理，十二海里就是。未使你去安尼，我拄啊安尼吼，讲白话。不是，我拄啊即摆安尼调焦来安尼，啊，看有啥物较好个意见。我跟你讲，干这点我无法度通做，我落来阁，因为咱今天的公听会对无？我落来事后啊，阁落来阁请教个遐了，才强烈注意做一个决定落去。安尼咱就照安尼，就是照片照行。我就是讲吼，大家一定爱讲苦口婆心，就是讲希望咱的鱼啊会当哦。大家咱是来讲，一定要多方面大家合作，包括鱼价，包括啥子。即拢一定来爱规个产业链，我刚刚听嘛是咧，你若无法度管理伊块的时阵，这个也是一个真大个危机呢，对无？我唔知你讲啊，不过恁讲了真对啊，免一定爱掠足济啊，伊若计数较好个时阵，大家小可把迄物件留喺海内，那有啥物要紧？哦，这个是因为恁较有咱你讲个亲身，就是讲伊是一个较活跃性的物件，这个可能哦，可能是有即个调整的这个工作，对啊。市长，我我有一个小建议啦，因为我想这个哈，但校长说的讲的哈，这个天后哈自然性的这个受益保护哈，这些就要定的要素啦哈，但是积极，大家拢卖拢货，这是咱的话，我的案子哎，所以我们这里会保障所谓的一个天数，就是讲咱一定要哈，即使咱无遮侪好天，咱买一定要遮侪天诶休渔。好，那得自主的保，我们这个有点像阿拉斯加对的风度管理，那保守去做风度管理，那保守保障它一定有多少天？你讲啊，长长江保守俩鱼，但熊就爱一起长江这些，因为会讲保守俩鱼，你嘛爱给够干，我想这是一个，是不是哈？一个部分，啊，另外一个部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那些卖偷人员打来俩鱼，要是会被判刑，好，但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资源量很多统计数字已经在做了，但是经济面的统计数字并不完整。好，所以经济面的统计数字，那是不是可以也想办法在所谓的两亿爱给给，那加工项目也给给，好，这个部分，那跟我这，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再把它加强一下，谢谢。第一点就是那个科学的话，第二点就是科学的研究，包括经济性，金融爱种，现在不是讲我今仔不是讲干那对接爬网的代志，因为专业一块的拢一定爱去了解，包括。我话我认为，按实在是讲，也属于一个科研机关的足球，因为李校长是搞阮证书过落去，伊若给予我一两个来做这个研究，伊营养给予更多，我产生的那个所了解能掌握的，对我们是更有利，甚至于跟日本跟哪一个国家报名，然后丢出来，就像你讲的是安尼，我给你立威。有没有一些科研的讨论呢？这个大家甚至于标示放，甚至于基本上咱知啊，黑潮的一些
点变异啊。所以咱古海人怎啊，就是讲加减啊接受吼，你啊 A 五 B 啊啥加减看，咱就知啊。要趁钱嘛是爱有出来迄款，毋是讲古早的方式。即马我咧讲讲要做船长该许哦，拢差不多超过迄个水产院校，爱搁补，爱搁饲电脑，啊，迄镜头啊才大哩。啊，咱掠侪阵无用，掠少阵搁咧烦恼，啊，再搁补迄个经纬度，啊，我著尽量甲设计吼，较会当吼，大家接受友善办。即一定将来国际上一定是定甲安尼。我嘛足注意迄个国际迄个渔业的动态，包括我来讲水沙哦、水沙、鲨鱼啊。即块我嘛哩，甲你讲咯，一定爱注意即个鲨鱼个代志。万一来鲨鱼哦，国际上啦，甲你哦做些注意，咱就一摆，恁南方都讲一摆。所以，这个就是讲这个调整这个吼，对，是不是啊？你建议一下。其实刚刚大家都有共识，现在是维持的哈。那现在也可以听到科技家是，我们成长性没有过于的问题。因为我六月进，包括中国那边有三个月的夫妻休啊，那加入性的是有过亿的现象，那过亿性的现象，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啊，虽然长依照科学家的调查，就是简报里面，啊，我们北方那些很多点都有，啊也很多中国也在抓，日本可能日本人抓，那我们也自己来抓，那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耳维星要不要去抓的问题？那要提醒各位，现在这耳维星刚刚也提出来是在12海里里面6海里以外，是小100吨以下的渔船可以进去抓。好，那我们现在探讨的是说，要不要一段期间大小船都不要进去抓，或是大小船都可以进去抓？哎，大家了解吗？因为现在是有几组那个有19组是小船啊，那41组是大船。那这个区域是我们承认是长冷区域，是在我们的家门口的长冷区域。那这个要探讨说，提出来说，要不要有一部分有开放大小船都可以进抓，或是一段期间大船都不要进抓，就像我们半苗的捕捞，高峰期不去抓，前后去抓，对不对？那也是这个方式来做处理。啊不一样，大家人会当样，我大家较交换意见。计较两块。青春协会哦，青春协会成立以后哦，所有的大小的那个船长、船主来的时候哦，我们开会再来决定。好了，哎，华进，红内金哦，咱知影，因为遮避风，所以即青鱼走来遮放人，啊因为放人即就敢若较早乌鱼下口上家庭遐放一块块，所以水会变色，所以说遮个红内金。那这个地方既然是产卵场，那产卵区需要保护，但是我不反对开放的，但是应该要附带条件，比如说，你们现在已经同意，比如说1月份休渔20天，但是这20天不管是100吨以上、100吨以下都是保的。对，要这样。啊，还要再延长，比如说2月份全部休渔，哦，这个是，我想大家会去过夜。啊，就是，不是，那个农业会国立是2月份。对，国立。2月份。对。他们是2月份。或者说8月中旬到3月中旬啊，大家都我觉得可以，这样的话就是清理资源，我们可以。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渐渐有那个交集，就是讲在加入量你能上大的时阵，大概要约束看几工来切出来。啊，如果是那个的话，就是。现在6海里都不能进来了嘛，这个都不那个高税价不？啊，如果是说以资源的观点，那小船员大概贵了吧？啊，你们那边的时间就要切出来啊！我是提供一个上重要一个期间，大概你放人的时候稍切一下，卖出去，大概个数好卖出去。啊，如果你们那个要进去那个季节里面有几个条件嘛？
体长过小，或是那个离架过窄，有些顾虑，就要赶快请来。都有啊，那你们就要配套，就是你们下面就是自主性的那个东西，看是怎么样，一点 cover 给他们那个，因为弄一下我尽量跳起来的时候，收一点两下 cover， 这些 OK 的，这用社会性的就社会性的去解决，资源性的就用资源性的那个东西去解决，还是这样。卖讲哦，因为即卖移民，恁大概我若听到就是，外口若听到讲，啊，咱都无法度生活，无法度生活，就爱入去，爱入去，安尼哦，外口一定，因为这是经济资源要互你较济，你后壁无定收的，无法有，是毋是安尼？迄个。我是讲迄个题材，哎，我只看到是做唔到，做细波，做第一件，对啊。好，这题材无一定爱严格限制，上难难过，我看你懂唔懂？对不？啊，叫讲这无咧啊，你嘛偏偏就叫人家，你还敢问做导演？哦，这个体长的部分啊，一定要严格限制。那个体长跟那个价格这一点还严格限制，因为那个资源的那个管理哦，都不外乎利害台币啊。啊，啊，那个转换者有四千块钱的哦。我刚才讨论安徽省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啊？叫你讲，别人无反对空间，但是在座的学者。专家，包括咱在遐伊只，这是一个未来性的问题。其实你讲离个休二十天，其实人个要扣伊过年休是无休几天，但是这毋是重点。拄仔李教授讲过，是毋该二月十五、三月十五，伊正产卵期，我感觉咱伊要说伊要去讨论这个时间到底是几代。过来一点，答案真简单啦、啊，执行面，伊个属于执行面。你甲我讲实际顿啊报偌济，唔爱感觉笑，大家我感觉讲这是事实啊，大家拢答应，结果实际是事啊做是做啥，我感觉伊个事，我今日今仔甲家讲，设备唔通量，设备袂使量，卖感觉无天量，但是这是无天量，这是为着未来啊，会较久，未来会较好，所以讲伊个事实是彻底去执行讲，另外一顿爱报，再准照头评估，所以这个那个。那个产卵期那个吼，那个我们还是尊科学家的一贯的，就是讲你生卵上重的时阵，那个季节，咱来大家来共同约束，这个是咱对外，哦对外大家啊对国际上哦，我唔是讲你干呐台湾哦，国际上是你看你台湾人怎表演哦，你咱是唔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嘛，是爱看这点嘛，对不？哦，一个月，那一个月，如果是真正那个东西的话，你觉得？真的要加码一下，好不好？哦，阿廖伟来，阿丽。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这边的自主性管理是只有宜兰吗？然后还有，其实我必须说，作为一个环保团体，作为一个全国性的 NGO， 对于地方的单纯的自己做这样的决议，它的法律效力如何？那还有，像有人在我脸书上，就居然会说出说，哦，会启动我家己那个。哎，伊家己自主性管理，哎，伊也做一点代志都无做，他平常都不自己都在休困，哦，那一来特别搞完，难道小问？所以我现在就要讲，这种自主性管理，你们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你就翻脸不认账，你们都觉得自己有做，政府都没做。但事实上，做到全国 NGO 有感觉，觉得这难道可以你们自己讲吗？所以我会觉得，是不是每次都应该要有一个形成一个机制，有科学家加入，有消费者加入，有加工厂的加入，那大家一起形成。那这样是不是会比较法律的地位？这就是我三年意思。咱今麦你讲嘛，我为什么说刚才有人讲那个空港樱花虾，这就是台湾当时那个水事所花了很多，陈守仁花了很多的那个时间去辅导，结果就形成，这就是应该的。老实讲，你什么都要靠政府。我就讲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去强调这个？但是在我们的法规，进步是干啊，法规跟资源就是进步跟那个。换嘛，一个就是你无一贯要处理安尼啦。啊，第二，当然你们现在讲说，哎、欸，啊，你也是会落实去管理，当然就是要落实，但是落实伊也输就是讲无法度二十四点钟顾讲太人你干靠来滴，这一点我承认。但是如果是这些的传统整 VMS， 我还讲我二十四点钟顾拢有，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为什么会接到电话？我不要让他已经经济作业以后，我再来给处分。我下骹的人就来讲啊，讲你即马过年，你来硬要安尼做，你转来时，我的人你敢靠我的？看了时，你若是安尼，我就来处理。即马反应嘛是安尼，好不？好，来。
阮即马是安尼咯，阮的数据阮即马是安尼咯。你今年先过过二十天，啊，你明年了后，过啥款？你得进到三十嘛，投保来嘛，你得先按六四，阮这。我在还是爱迄个六个，迄个六个还阁强，安尼。无到位，阮即摆紧嘛。系啊。啊，本来就兴奋啦。系啊，好无？哦，即个吼，即个就是迄款诶，即个若是讲定，就是吼，迄个行政管理办法就来。啊，同意阮那个。有几点哈，我听大家这个今天非常，我觉得今天非常的，你们刚刚把他的眼光给业者。我有过去去跟你说，你那边有回去，我拢用他，你也大概也要。那第一个哈，刚刚我是因为哈，所有这个方面其实要以科学为依据，这是国际上给我一个课题，就是你看你要欧美餐，科学家以他为主，然后科学家会告诉你什么。那我今天听的结果是，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说要进嘛哈，进零七。科学家，你们说二十天一个月都没有关系。我来讲，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哈。这个清理哈，这样看起来，凭良心讲，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动态，你只知道日本抓了很多，对不对？所以将来有跨国合作，但是有些清理它可能是小区域的范围，所以我只要做得好的话，一定要变欢乐，一定要艺术化。开始错误都不表示有很错误，我们可以有共识的。所以第一个。参考就可不可以建立？你们的建立都没有关系，是不是？请我们现在两位科学家，你们可以伸手各一家，给我们一个适当的建立，这是第一点。这个适当的我们可以第一点先做，然后再来看我们的滚动式做调整。你听我意思吗？如果这样叫不对，啊，因为平常心讲，你们现在是纯粹是黑的多贵，你要抓哪里的哦？但是你那个是不是最符合科学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是科学家告诉我们，一月到五月是产卵期啊，所以你二月就是在产卵期里面嘛，哪一个期间是最好的也没有关系，我们先试造跟国际上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子，还有亚港台他们其实也都是在摸索，都是给你个建议，然后做调整。我们可以先第一个，那这一个产卵期，既然不管二十天也好，或一个月也好，请科学家给你建议，可以，然后也许跟你的说上，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的，那就是科学家刚才找因那个，因那个组织的哦，几个人，大家，因国际上面伊嘛是安尼啊，对，民间的甲迄爱落去，对，来讲这个是，这个时阵是重点嘛。对，都给我们建议。唐飞秀他们这个是一个哈，我就算我今天做错也不怕，我也不怕，是吧？因为业绩也是滚动自己的变动的，你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你今天做的是对还是错，哦，所以我们要滚动式的，每天要做检查。所以刚刚书展已经才是的，我们要成立一个刚刚那个里面成立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就符合国际上的有一个。公众小组，他会 task force， 针对为了某一个事成立的，所有各国都要派代表，然后去讨论。其实逻辑是一样的。我们的小组除了这个观点之外，哈，当然是产业界，当然是科学家很重要，是不是？大家来通过讨论。这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我们家里的事情，就我们经济还就百分之百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管好，我们破绽子孙没有办法交代，所以这个，所以是不是？我建议是这样子。第二点，刚才是说 VMS 的问题，我现在整十个吧，以前我们有 VMS， 你们有 VMS， 可是呢，我今天想讲以前哈，因为人进来了，管理比较松软，可是因为我们给人家欧盟黄牌，我们是现在是24小时在监控，24小时监控，第一到位的是全球连两夜，你去看我们去我们四楼看是24小时监控，刚照片，欧盟说。
你们是严禁的，请你纳入比照办理。所以你听我意思嘛？所以你们经常会现在会常常介绍，我们同仁都非常关心你们啊，对不对？他真的很关心你，他半夜都要打电话给你，所以不用怀疑这个东西。可以各位环保团体，你也不用怀疑，我们现在24小时在监控，他有违规哈，你可以讲知道罚单的，知道吗？哦，那个，所以你不用怀疑哦，在这边就跟各位报告，那个教规教给啊，不要那扯，对不对？那第三个重点是，因为这个清理哦，当然我们去商家去努力啦，哦，那可是我第一个和将来我们也需要做的，因为我们现在跟日本关系也不错，那我们跟那个系统，说明透过我想法要透过日本环保，然后要把马路拉进来，我们这个资源是三头共管，我们要好好了解这个资源怎么生态怎么样，它的习性，我们科学这么多，大家的共同找出了，但是我必须承认，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科学是这样子。我先针对这样子，那我们的管理规定，绝对要纳入管理，不是说那什么自主管理，自主管理提出了建立可行纳入管理，好不好？这样可不可以？我想哦，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几家店是有差那个时间吧。然后那个他们也要有组织嘛，啊，组织掉的时候，以后纳入那个签证管理办法来对，应该赶紧搞一关，哦，安尼来做调整，啊，滚动式检讨，哦，啊，那个时间就是讲上重要的，那个两个上好的时阵，我爱讲啦，这若管理愈严哦，咱这里也走加大了，你知影意思？啊，若张三李四王五，大家拢会使行，你这里啊，无什么加大。我甲你管污染，你看有限制就是管理啊。你农会说以前村办啊，无迄款嘞，你做一定，你做一定，建筑办你做你一定，变到尾啊，就是因为资源的问题，所以甲你缩掉，啊缩掉就有村办咧买卖代志。我这样就是甲你讲，这就是要强固，就是要管理甲，因为你管理这个很珍贵的东西啊。哦，这大家应该爱运动，讲今仔日咱开出一个时间来，有一个共识安尼来做。哦，啊这。我这样不会有事，愉快的。哎，你在看那个？我是讲的啦，你难得了，所以就特别做动作。讲进南边的贵，完全是拢甲政府的贵。你讲你个以上你的调不够合适啊？啊，拢无同意共识。所以进南边讲各个单位拢已经取得共识，那个就是相反性。对啊，卖过都啊，到遐安怎，到遐安怎？啊，亲戚这样子，你要研究伊内底原因出来，你后来来做协调。有当时咱今摆出去做的，你不完全百分之百是对的，但是做了以后，我们可能经过一年，或是经过两年，哎，发现各种院好像有必须要来修正，那我们再继续提出来，再来研究，然后再来做修正。但是搁一点是上重要，乌鸦吼，看到乌鸦抢了跑，本来就是恁这方法嘛，做木质的，有动不动啦，是恁方法，地什么海鲜熟的，啊，我这存了就安尼摇摇啊，伊讲安尼安可惜，这样不要这样太草率哦，不是应该深度一点，然后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以后，然后再这个，那个我们用那个执法的那个还细腻一点。但是就是一定是教训教行，教规定就可以处理啊。因为即摆你嘛是讲利用这科学的观念，即我想迄个滚动式的检讨与时俱进的迄个业业管理，即你在这个平台对在国际上的话，我不惜的去。马进，迄吼，迄就是伊，咱有一个 team 来研究，来甲迄个学者甲遮大家拢入来。啊，第三个问题 ，TAC 这没有什么，恁这样来确实爆疑惑呀。我后摆来试试。我跟你讲哦，你若无出去哦，你比如讲你个无出去的船啊，你无遐个量，无迄款嘞，你无后摆我来讲，你过年就是出来。安尼好无？这就是以后一定来行这个哦。TAC 的量这无啊，这就是爱。
对啊，那个就是他们要要求啊，下一步就是因我这今仔日无法度提啊，我来阁看恁的村内的动声，甲恁过去的疲劳日志情形，抓鱼的情形，我唔知我同意啊。我活那个实在是按动线，这个要那个你们要有一个期限，但是要一点点要 TAC 就要行进，他负责的那个管理。因为这是大众的那个清理啊，啊，真正重点哦，我还是强调那个将来那个真的是要规划，就是因为现在这边两个板块有分做起。好不好？所以第三行是不是咱罗汉的教官的规范？就是一定要切实去申报疑惑，经纬度，他们这个东西你们一定还要第三的话，那边输掉因为因为这边有一条就是说要稳定比价，啊，坦白讲说我们承销人两，也代表在这里。因为你整个产业链一条龙来讲，今天话又讲我们有一个自主性修理，有固定的修理，但是他们所产生、所支出的费用还是停留在那边。停留在那边的时候，从转运到一个方向的时候，一定是在渔民的身上，或是价钱的身上。我是希望说，署里面这边是不是可以跟经济部说，我们原则上我们是自主性修理跟一个政策性的修理，应该在电价上面应该用优惠的办法，下面上来争取他们的优惠办法，好不好？那个再拜托，把列入会议记录。不，因为就是说那个它的产业链里面有涉及到那个加工厂，不只是加工厂，可能还有选别，然后那个要从那个舞蹈面去协助，用舞蹈面的去协助啊。我话见你，你提出来，你变天气啊，咱农业面都在你变啊。对啊，伊阿妹，你那样，你都换大人，你都该加一半了，对不？创的好是清气的，伊个人我感觉讲该说是哪样的，好不？啊，但是哦，我嘛要要求迄个加工业的，你物件会较做好，啊，介绍爱创好，安尼大家才有利润。咱袂使讲，干那某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大家规律都袂使，就是大家哦，利润在合理啊。呀，伊个人偌济，啊，加工的偌济，啊，迄个劳工你嘛是爱该请是嘛？哦，这个产业面的那个要哦，那第四点，第三点，就第三点哦，就要听规划一下。组长今晚刚才讲，你也做量做量嘛。我在跟大人讲说，现在报的量可能只有一半，甚至只有三分之二而已，大家心里有数。业主在这一块怎么落实，是不是业主说好了好了好了，是当当当，现在要开放什么都好，没有错。但是作为是在政府，作为管理是在政府，永续是在大家。未来是在大家，而且这么好，怎么落实管理这一块，报不报，怎么处理，我干嘛这个很重要，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再讲都不好听。不好意思，你有纪律的，每次出去一定要过半。我见你咧，这个没收钱啊，这政府的代志啊。你咧我来讲嘛，最近也就是酒驾的话，你看较早无人咧管啊，今摆咧判重刑。我来讲嘛，因为他会牵涉他本身的那个钱，那物价从那拢爱恢复啊，也什么一二三，伊拢后摆拢有记录啊。你包括哦，包括我最近去参加迄个金融，就是要借钱的代志，伊会问我讲嘛，讲这个公司啊，这安怎建立啊？所以也属于也提供那个建议的，我这他是写。因为临时的这个捕捞跟那东西应该要去，所以今天一直在申报这个东西。这个你们就是要用那个随机抽查的那个管制，一点 ID 以外，哦 ，ID 我这边再给咱拜托一下哦。这中无啥，这无啥，这无啥。有啊，但拄仔我有呼应哦，迄个专家所讲，你既然亲身管理办法里面，不管你是大的、超级的，或是小的，还是就是纳入要管理，而且既然在管理你的疲劳日志和整个报表里面，这是确实要去遵守了。啊，不遵守的时候，数位别用什么方法去甲实施嘛。而且这你要这个频道出来，我绝对徛伫迄个没有那个即时申报那个优良的，你们要用一个那个。
用环那个处理啊。那个也这样子做啦，也两个环那个执照都没有。我们会想要管理，如果你没有申请申报，对不起，未报告的部分，除了处分以外。你的一夜用油，对不起，也要追回来。一夜用油的停止补贴也包括在内，好，让各位了解，谢谢。好，接好。不好意思，大家不好意思，我想提一个问题哦。刚刚基隆是总干事谈的很好，因为刚刚副组长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说国际区域渔业组织的管理，它根据科学报告，科学报告根据渔民之间的公开透明的数字。那我想，我们台湾的严禁海渔业过去的这些没有诚实申报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久了。我觉得业主很努力的想要去管理，但是我也想问问看各位渔民们，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必须，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真的没有合作对话，台湾会走不下去，走不出去。我们很多议题都是这样，因为劳动权利的问题也是这样嘛，哈。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我们能不能像副长您刚刚讲的，我们黄牌也还没有被撤足，所以欧盟很清楚说要我们加强严禁海的管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趁这个时机，我们先从就是新生渔业开始，我们先试着比照国际的区域渔业组织管理，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这里面有科学家、有渔民、有 NGO 组织，我想副长知道，国际也是有 NGO 组织参与。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说，我们到底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可以诚实的申报。还有我常说，我觉得政府是这样，政府的执法要有棍子跟胡萝卜，就是真的好的兔子，你就给他多一点胡萝卜。那不遵守游戏规则，你还是要有一些很严厉的执法在里面。但那是什么？什么才真的可以让渔民觉得说我不守法，我真的做不下去？那个守法的奖励，包括就是 TAC， 就是我觉得这个总量的讨论，如果我们根据的数字是不确实的，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在浮冰上面玩游戏这样。所以我想，署长，我可不可以知道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您刚刚讲的今天的结论里面，是一个确定是说，我们就从。亲身的渔业管理，我们先从一个委员会组成来试着做做看。那未来再推到其他的渔业，这其他不同的渔业渔法、渔具管理这个之间如何对话，我觉得是为就是渔业署未来的目标。所以我很佩服这个基隆的这个总干事说的，我真的觉得我们大家要诚实一点。关于现在的数据都是不透明、不准确这一点，我们大家该怎么办？谢谢。好，安尼好，你现在要跟各位老板讲，就是大家担心说这个是单方面的，其实因为台湾特殊地位的问题，其实呢，韩国、日本、中国大陆，他们每年都有开一次会议，针对东海的资源在怎么管理。那我们的研究呢，其实过去我们跟日本、西洋区虽然甚至它是互不相容。他有非常密切的，他们的结果都会送给我们，所以我们是跟他同步的，那是不是说大家说，这个清理是回不去？我跟你讲，清理啊，它有两种，一种把它称作入罪期，比如说他本来也许是从北方下来的，结果发现我们这北方三岛还有我们的水域还不错。他就跟这边的交配，然后他就栖息在这边。但是台湾的族群是不是可以有没有办法维持那么大的族群？因为保料的关系，所以他不能够维持太大的族群。有些他就会
啊回上向上回雨，在一段时间就向上回雨，但是呢，有些入睡虫，它就永远栖息在我们这边的水域，所以它有这个，这里面资源是蛮复杂的啊，但是我们大概都有做，但是我是希望说大家比较平心静气啊，怎么样去把这个先把管理的第一步走下去，然后再来逐年啊，可能李教授这边可能责任可能就是一年以后要检讨。好，非常谢谢，因为阿联哦那个都不要那个，这个整个就是在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哦。去做那个帮忙，来像这些事情啊，管理这个东西都要一个委员会来做。哦，我相信这今仔日大家就告诉我，所以咱的环境啊，就你讲会负罪，哎，一定林太太一定足水，所以加玫瑰卡，所以咱来做好环境，做好，咱做较友善的，伊会当留咧台湾，咱咧小路，啊，那边个咱来往外边来，咱甲赶出去，安尼才有法度对待。是不是我们这个就做得第三个就是这样来做处理？但是强调，因为后摆那时机的时候是看你会的时机哦，你破坏这个看你的时机哦，所以你不要忽视哦。同阿恁今仔这来做记录哦，你告诉你讲啊，我唔对，较早安怎先，因为你破坏，可以一两次的那个错误，但是不能说哦，阿公我唔对，啊上好就是讲换一个换一个，安尼好无？哦。这无，这以后渔业管理就是安尼，啊，人咧做，甲恁做资源的迄个评估嘛是需要真正确的这个数字，安尼吼，过来。啊，第四个，其他还有其他，这个是不是你要讲一讲？第四年那金州网怎么样？这个这边我来报告了哈。第四个的议题就是说，现在有些渔船哈，利用金州网的名义来抓青，那。我们过去的观念是啊，跟渔渔网的观念，金轴网是双船是围网，啊，它是比较小型的，都以捕乌鱼为对象，啊，应该是我们的概念。啊，现在有些渔业船不是在我们管理，新的渔业管理办法六十组里面的，它就用金轴网啊来出来，啊，它的网具设备就跟类似啊，单船围网，所以我们就提出来都搭了一件针对这些船啊，要不要纳管啊？第二部分的话，刚才也提到乌。那个我们庆生渔船那款的渔船今年有重捕乌鱼，那现在啊昨天报纸也报道了，也评判也非常不好。那我们是这个建议，所有的禁渔期为大家遵守禁渔期的规定，多大的船不能进来，多什么时候不能进来，啊这个是吧？什么时候不能出海作业？确实遵守这样的规定。那你在这个禁渔期里面，你就不能进去。那你禁渔期以外的，你主要以后是轻生。我们本来是说其他一类的不要去抓，那你有可能有可能会困惑到，所以我们说第二点说爬网渔船轻生一类的那个船，对不起，遵守禁渔期的规定，啊，不要去用爬网在禁渔期里面作业，这样就好。谢谢。你刚才讲这个爬网是上限。这个网啊是恁达定义去倒位啊？这爬网是拖网、金轴网、围网做改良型的综合网。围型性的鱼啊，是啊，那一定袂使抓到，一定讲做爱抓千尾到巴人。所以讲，这你若规定这无对渔民一个。不是啊，你还没听懂我的话，我是说遵守禁渔期的规定啊。啊，经济以外，你有抓青以外，有可能抓到一个。青春为王，来做爬王。你那后盖你那落到全国那个什么那个青春为王，那个来做那个爬王罗王，都不是讲天天掠青尾到青罗王，掠你当国要这到新到这学长拢去教你做恁袂使恁来大家来讨论。今天呢，我建议这样子啦，你是这边一些小组啊，你现在是规定的就是十二海里全国的十二海里就十二海里，伊要拄我咱讲迄个红尾鲨，迄个就是另外要改一个时间，哦，伊个看是要那个最佳的那个东西要去进，然后那个进的时候就是所有的那个东西都能进去。啊，做一点啦吼，主席啦，把那个交我啦吼，做一点啦吼，就是讲我做这个
爬王伊个伊即个掠即个鱼仔来讲哦，嘛毋是讲做，就是爱放血落去，去止去钓鱼，去甲止鱼起来。拄落鱼仔就哪里啊？什么什么的话，就是哪有鱼啊？要你那你钓船钓拢去钓看。啊，你拄落鱼仔，你一只尾鱼你敢袂使？啊，会啊，你啊，你做咧我袂使钓啊。你尾鱼就袂使啊，你无你无迄款就袂使。我意思是讲，你个鱼啊，七条内底写啥物？对啦，我意思是讲，我做你即个网啊，你啊，我袂使钓什么鱼啊？有啊，你一支啊，一条内底你看嘛，好，安尼这个不是问题啊，这个你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又去弄一个那，反正就是今天那个他我们那个亲身渔业管理的一些规定，然后里面要调整，还有我们做了两三点的那个东西，要支援要赶快去补考，不管你是要成立那个评审小组，就马上把它组起来，哦，那个有学者有那个团体协会的那个。然后那个基本上那个进行起这个来说的，就够了嘛。报告处长，亲身委婉。不好意思，打断。我们要吃饭，我们今天来这边的目的是要吃饭，要工作。啊，现在吃饭时间到了。跟你讲，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我来，你有叫进来也不一定啊。进来你也去讲你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是说，我们今天针对是安徽新嘛？没讲什么啊？我们今天针对是安徽新嘛？哦，安徽新罗一点进来，罗一点五一块啊。啊，就让我们这样子走，谢谢。啊，让我们工作，我们有饭吃就好。我知道，哦，阿廖宝，他那个第四个就是那个就是按照那个规定，执照的话跟那个管理的那个，对啊，经营期的那个，你看是要区域管理，区域管理用事务管理就事务管理，阿廖宝，没事，哦，这个你们再到那个，不，阿廖今天那个时间我下去我就要还有一个会哦，所以我头壳一点爱过六。不好意思，我想借这个机会向那个法律团体表达一点点意见，就是说你们有一些报道是需要修正的，可是你们叫记者来，你们从来对不对的事情没有在做更正报道。你知道那天那个报道，联合报的报道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吗？下一次如果有这种情形，是不是？当然，你们的出发点是为整个大环境好的，这个我们赞同你。可是，如果是你们的报道是错误的，拜托你们做一个修正报道。你看台一边报纸，对阮上海偌亲密的，所有的人拢对阮无了解，啊，你爱给阮道歉无？我有一些数据是不对的，谢谢。伊这无关系啦，因为我来讲吼，这就是讲吼，伊个大家爱对话就是安尼，因为愈了解就知影讲会怎样会做。上大的目的，咱上大，咱经营企业上大的目的就是讲会当经营，会当有迄个利润，会当生活。但是咱这个基础是建立在住啊，安尼。哦，所以这块我知，这块因为就是我拄仔一开始就讲迄、那个，迄片哦，不是干呐对恁树啦，迄、那个伊也树，不是对恁迄个所谓啊的伤害，对伊也树的伤害是足大足大。干呐政府是笨蛋，啊做这个决定是很粗糙，不是这样啦。我若甲讲伊个政策，甲恁讲哦，恁听听，你就感觉讲啊，这个公务员拢有良心啦。我你破，我你破个人，迄个人这是全部拢白，这是一个笨蛋。哎呦，你无爱去养，那我简单。你讲嘛，我看到那个黑影，枪都白的嘛。那你问到清楚，讲到清楚，还被抓起来抓。身为一个业务，被公司等级大概要清楚。好啊。我讲的意思讲比较简单的，伊还无真大诶，这个学问呐、啊，哦，因为这个不是说那个，就是多方面去了解跟那个东西啦，吼、哦，安尼好无？安尼我是不是今仔日在做结论啦？无过大家讲话，我是讲吼，咱今天那个，哎，临时同意的事情，临时同意哦，你讲会使讲一寡伊啊未？邓世王这个啦，我讲较紧的啦，吼，邓世王这个讲咱王府毛皮啦，啊，伊讲是毋是讲有自由邓世王的？哦，那签同意书哦，无自由邓世王的同意，伊啊，就保持原状嘛。
哦，未使挂开单，未使挂禁止嘛，真的嘛？这个我来讲吼，这个另外搁一组人来。我啦，我是现在报，拢跟你讲好啊。所以你要带员工，你要带意见，你都告诉员工。这个，安尼无，咱这个今仔这个议题跟这个吼，我伫遮就是讲要强调这个吼。今天哦，那个大家要有这样子，因为台湾我来讲，那个蛋白质的来源啊，如果是从海洋那边。善用这个水体，保护这个栖地，那你蛋白质应该对待完全，整个环境是麻烦很多。今天咱都爱安尼管的，咱就是讲，袂使家己用，会使。啊，那你是不是安尼哦？因为我们今天就要谢谢各位，好不好？因为羽绒衣有什么那个，还有薄一点，我们就散会吧。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有准备便当哦。这个章鱼丸，章鱼丸要签了。